而家香港有一樣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時時都係用一啲好迂迴折曲、指鹿為馬、偷換概念嘅方式嚟講咧，就大家梗係唔明白啦。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唔可以話你唔明㗎啦，好複雜㗎，咁就唔講嘅喎，係咪？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祝大家今年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啊！我系阿 John， 俾你，俾你，使嘛？同听众拜个年先啦，祝大家吓福星高照啦，香港国泰民安，好，咁祝大家心想事成啦，出入平安，好。出入平安緊要，最緊要真係出入平安。阿喵喎，恭喜發財啊！恭喜發財，阿喵，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咦？點解都仲係有啲？咦？你定我啊？有啲啪啪聲，唔緊要，啪啪聲，啪啪聲，幾好聽。喂，你喂你，大家啪啪啪啪，你呢個嘢甩金粉㗎，成副都係喎，我甩到。要淘寶買啊！買邊咯？唔係喂，你真係講起淘寶啦。咁其實我最近有另外一樣嘢，有啲。令我觉得，我叫你唔好喺淘宝买嘢㗎啦。唔係我喺淘宝买嘢呀。唔係你。我係唔会喺淘宝买嘢㗎。咁你啲同事㗎嘛。我啲同事。但你明有时真係工作需要起上嚟呢。嗱呢样就係大家喺个处于一个两难嘅位置。就係话嗱譬如搞好似搞道具咁讲啦，搞道具咁讲。咁你依家你最快，我已经唔系单单同你讲平贵啦。最快嗰样就系咩？淘宝买咯。今日买，听朝有喎。咁啊，真系好快嘅。系啊，你真系快啊嘛。咁同埋系二来就系平啦。平啦。咁但系呢个其实好恶性循环噶嘛。系啊。系嘛？你以前冇淘宝嘅时候，咁你都系要买道具噶。咁你以前喺边度买啊？你都系咁，其实当然好可能当大家买嘅都系大陆货啦，系淘宝，系啦，咦，原来系我啪啪声，我条线嘅问题，我条线啪啪声，好，我尽量唔好喐佢，系啦，咁你变咗就系大家都知道，哦，即系你哋依家搞道具嘅人咧，都系淘宝买，咁你唔使收我咁贵啦，你唔使问我攞咁多钱噶嘛，其实，咁但系咁我咪俾少咗咯。咁佢哋用买道具嘅钱咪越嚟越少囉。我咪更加要继续喺淘宝度买囉。即係你讲呢个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咗啦。形成咗啦，我可以夠胆讲你冇得返转啦。因为你唔去淘宝买，其实你落旺角你去嗰啲咩石板街。即係有嘅。有得买呢啲咁嘅徽春点会冇得买啫。实有得买，实买到㗎。其实同啲淘宝货都一样嘅。係啊，同一样嘢嚟㗎咋嘛。不过只不过喂。依家系已经去到你搵顺丰，你去淘宝，你足不出户就搞得掂啦。唔得，我谂我都要换嗰条线啦。等一阵先，等一阵。你继续讲住先啊。又讲，又讲淘宝先啦。咁你有冇淘宝过？我有冇淘宝过？我好耐好耐，即系淘宝啱啱有嘅时候，我好似淘过一次，跟住之后就冇啦。我就从来冇淘过嘅。哇，反共，反唔系反共嘅，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啊。即系你话咩开个支付宝啊，我都会有叫过有朋友帮我买过嘅。哦，咁即系有买过，我都系叫人买啫。买碟咯，我都系叫人买啫。咁即系当我有啦，系即系搞，点会做乜咁样都叫冇啊？有污点，咁样都叫冇啊？有污点吓。诶喂，跟住之后我觉得其实咧淘宝咧系好方便，但系佢太多啊。你好难揾嘅，太多嘢嘅，太多嘢。咁呢个系佢优点嚟噶嘛，乜都有啊嘛。但系都系佢缺点啦。因为咧，你要咧花好多时间，即系虽然阿 John 话足不出户啊嘛，但系其实咧，即系我有上过淘宝睇嘅。但系咧，你同一件货咧，其实咧，你如果你唔花时间去揾咧，你可以咧，你呢间卖一蚊，跟住嗰间卖五十蚊，其实同一样嘢嚟嘅，即系你要花好多时间去揾咯。同埋我覺得呢個貨品嘅參差同埋唔保證嗰樣嘢係咪寄到嚟真係同你想象中嗰樣嘢係一樣嘅。嗱呢個好大風險。呢樣就係最抵死嗰樣嘢。唔會㗎啦依家。係咩？係啊。你其實你依家你已經絕少聽到人喺淘寶買嘢，你買返嚟係唔係嗰樣嘢囉。
嗱，偏差会嘅，点都有偏差。因为譬如你买衫咁讲啊，佢搵嗰啲即系你见上淘宝嗰啲铺头买嗰啲搵嗰啲韩国妹着嗰啲好靓，玩一手即系其实都系同一批货，但系人哋买去，人哋买去韩国，人哋买去韩国，人哋会搵翻一啲靓女去影相咁样，咁佢攞翻同一张相嚟。卖翻同一件嘢俾你，但系佢买平好多咁样，咁呢个就点都会有啲偏差嘅嗰件事。你已经好少听到系话，又即系甚至乎系啲人都会同你讲话，喂唔系啊，我喺淘宝买嘢，你要识拣噶，你拣得啱咧就唔会花时间啦，你就唔会濑嘢噶啦咁样。唔系即系头先我咁讲，要花好多时间啦。因为连喺淘宝开铺嗰啲人都知嘛，喂，我真系卖假嘢，早知啊扑街啲友真系扶贫，我真系唔嚟噶嘛，其实我哋今日系咪唔应该讲粗口啊？唔紧要，你咪讲咯，唔锁你百分几啊嘛，百分几，系都初四啦，吓，你初四你唔系会忍到啊嘛？你忍到嘅，我觉得试尝试下咁样吓，就系咁样，即系你讲起淘宝系，同埋系，即系譬如一班人咁讲啦，即系一班人咁讲，唉，唔好讲一班人啦，讲屋企咁讲，讲屋企咁讲，即系其实大家都一定会有一个思想就，唉，都会好讨厌大陆化嗰样嘢啦，其实系咪好讨厌大陆化嗰样嘢？喂，唔想下下都令即系令到自己。令到自己嘅生活太过依赖大陆啊，唔系变得同大陆一样嘅。其实佢唔讲咩依赖咩，因为依赖系梗嘅。佢哋好多人都会觉得用 WeChat， 我见而家喺地铁咧，好多人即系喺度 send 短信咧，都用 WeChat。咁你变咗就诶、你又唔想变得好大陆化嗰样嘢。但系你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嘅细节咧。你又不其然，你会投入咗嗰件事，即系譬如买啲好无谓嘅大陆嘢翻嚟啦。嗱、啊，即系嗱，譬如而家少啦，系啦，但系譬如我讲头先讲嘅拍嘢买道具咁讲啦，用完就掉噶啦啲嘢，系咪？唔好同我讲环保啊，有同我讲环保又闹交噶啦。咁就咁，梗系买平，系啦，越平啊越好啦。咁但系你喺屋企用嘅嘢嗱，你又咁抗拒大陆化啦，系嘛？咁但系你连屋企嘅嘢，你都点解你都系要买件大陆货？你会话俾我听，买家私都淘宝买。喂，深圳买好平啫嘛，呢啲嘢。哦，嗱，好平会爆添。我就有经验啦。咁咧，我试过，即系我都几年前啊，嗰阵时咧，即系呢个反共意识，即系香港嘅反共意识啊，同埋我自己嘅反共意识仲未好强烈嘅时候咧，系有人咧。叫过我上去呢个深圳咧买家私同埋买窗帘布嘅，系，跟住之后咧咁买窗帘布啦，咁我有试过上深圳买窗帘布嘅，都好几年之后，即系我即系自己出嚟住咗都几年啦，都我谂都六七年前啦，跟住之后上去啊，哇你真系哇劲辛苦，你叫佢买个窗帘布啦，跟住你可能尺寸唔啱啦，颜色唔啱啦。如果你叫佢做，你要跟得好紧啦。仲要你窗帘布喺深圳攞翻落嚟，几咁辛苦。跟住之后咧，最后咧都系唔啱，即系嗰个款式同埋，即系你即系去到最后我都冇用过噶。我都系观塘啲工业大厦咧里面买，系你讲紧几耐之前啊？六七年，六七年，六七年前，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六七年呢短短呢几年入边，即系个世界唔同咗啦。唔系啦，我但系我觉得虽然个世界系唔同咗，但系大陆嘢一样系咁样。冇错，啱啱你去最近咧，最近即系我踢波嘅球队咧，咁NLD 楼会整啲奖状啊嘛，咁有个队友负责整啦，咁佢就你踢嘅波队系咪即系我踢波？即系你可以边度喺度谂紧边个咧？咁佢整啲奖座啦。咁佢又喺香港问过价嘅、都贵嘅、都贵嘅，都几嚿水一个，咁over budget 噶啦，咁佢又问，即系问大陆上面，即系上面大陆啲厂啦，整系平好多嘅，咁啊搵嗰边整啦，点样 OK 啦？整咗落嚟之后咧，啲嘢调捻转咗，我讲粗口添，啲嘢调转咗，即系譬如当即系啲字调转咗，系啲字调转咗，即系即系点？我唔知点样。形容啊，即系好似你对住块镜啦，好似个画面咁样咯，啲嘢全部调转咗咯。哦，即系对，好似望住块镜咁样。系啊，可以望住块镜啲嘢调转咯。即系呢啲咁基本嘅嘢都可以整错。哦，因为其实你如果你跟得唔足，你就系咁噶啦。咁呢个系一个系冇可能犯嘅错嚟，但系对于呢啲冇可能犯嘅错嘅话，对喺中国嚟讲，其实好基本嘅，好基本，真系好平常，成日都有。咁你正常人嚟讲，你整完个奖座攞出嚟望一望，你一眼就见到个问题喺边度噶啦。十二
调转咗，系啊，你望嚟望去都会觉得唔顺眼嘅啦，除非真系数字同埋英文都唔识嘅。嗯，只要会啦嘛，只要冇只简体字喺度嘅话咧，佢就唔识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嗰几年呢、嗯、你去大陆做即係你去中国做呢啲咁嘅嘢呢其实都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激心囉。激心囉。係平好多啊即係我买窗帘咁样其实观塘买呢即係已经我记得唔系贵好多系贵啲嘅。但系你冇咁辛苦囉。所以我情愿真系呢宁愿系花多少少钱。嗯就买个安心，系，所以咧去到近呢几年咧，呢、這个反共嗰个意识，即系去反中国呢个意识，唔好话反共啊、嗯，反中国呢个意识系强烈咗好多嘅时候咧，我更加少去中国买嘢啦、嗯，我亦都冇去淘宝买嘢啦、嗯。就算你见到啲中国嗰啲网站咧，其实我都好少去，唔去。我就算我连 download apps 咧，我见到中国公司我都唔 download， 系啊，系啊，系啊。都因为其实坊间都讲过好多就係、是、有啲 app， 即係你开咗嗰啲 app 呢攞你啲地攞你即係系你讲得啱嘅系好辛苦嘅。系啊。即係有时你真係无可避免要同中国有啲接触嘅系辛苦。系啦所以我就话呢啲有时系咩叫做正常嘅贸易。嗯。正常嘅贸易㗎嘛系咪嗱即係我俾钱买嘢。你俾返啲我应得嘅嘢我就得啦你赚几多我唔会理你㗎嘛係咪、嗯、你都唔好同我讲咩如果唔系因为我哋唔讲呢啲住呢啲係啦正常嘅贸易、嗯、喂因为你最驚嘅嘢呢样嘛、啊、真系正常嘅贸易 啊， 啊但系喺我哋呢个叫做、啊、中港区隔未成功之前、嗯、哎呀咪喺个贸易上都经已正常咗嘅时候、嗯、你其实你好唉就好唔舒服啦你嘅心系。係呀係呀係呀。因为大家好似都唉都冇咗嗰个意识即係原本你同人你喺啲人面前你要唱衰中国好简单㗎啦。係呀係呀。头先屌你拿个电你出嚟一爆㗎扑街小心啲呀。但跟住见到你用去淘宝。係呀係呀。之后佢就话俾你我一屋都淘宝买冇嘢喎。你去过佢屋企冇话咦又真系几好喎。係呀。唉哪嘢。我都见过有啲人呢淘宝你睇呢度其实唔少啊。但你有石面有你有石面有甲醛你肉眼睇唔到㗎嘛到时你哪嘢我咪哪囉。我都去过有啲亲戚朋友屋企咧，家私系喺淘宝买有啲、啊，但系其实几靓嘅，嗯，其实真系而家靓，但系质料方面真系唔抄到十足十噶，真系抄到十足十啊！因为我之前咧想买一张 B B 细路仔台咁样咧、嗯，连埋凳咁样好靓啦，咁样咁、嗯、但系咧原装咧要成3000几蚊噶，但系咧、啊、淘宝买咧700蚊咋。我出面有啲凳都系两嚿水㗎嘛。抄到十嚿。原价几千人嘅。俾客坐好啦唔好坐咁多。咪烂咗啦。我整返咪即係我搵人整返。烂咗咪烂咗啦。係呀整返㗎嘛搵换嗰啲螺丝。咩话可以 PPS 俾钱㗎喎。喔係呀係呀係呀。我真係唔知喎。PPS 即係。PPS 即係。缴费。缴费零。缴费零。係呀。入数俾佢㗎嘛都系。咪咁而家事实上啦。咪就算系事实上即系而家淘宝啲质量。是好好多同埋質素嘅冇啲啊我讲咩呀質量啊。喔、哦、質素同埋个选择选择啦、嗯、即係个量嘅选择囉。係、嗯、啊。我五年前我屋企装修嗰陣时呢好似地板喎、啊。啲砖呢就返中国买嘅就去深圳买嘅。去中国。去中国。係啦我就去中国买嘅就结果佢又唔系全部。啊厅嘅地板就濑晒嘢啦，唔平，咪死一样死，咪一样要再搞过。但系之后你近呢一年，我已经听过太多我身边嘅朋友讲屋企装修，咁你啲砖喺边度买啊？淘宝啊，淘宝咯，系好多人都系，系啊，都系，系啊，咁其实冇嘢咩？淘宝咧，几靓啊！而家淘宝咧，同埋而家仲有银联卡啦，都好多人申请，因为咧你就算去到远到去日本咧、嗯，你用银联卡咧都有优惠，系啊。系，你去抽叶园咧，有啲大嗰啲电器铺咧，好似系系啊，手续费噶嘛，系啊，个汇率系平啲，系平啲嘅，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好多人申请，即系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申请咗银联卡，就系因为去咗为咗去旅行啊，系，所以即系若果你唔系简单啲讲啊，呢个骨气真系好廉价嘅。我唔系你好难再用骨气呢两个字嚟同我哋讲呢件事我觉得你睇下点睇啦，即系如果你当阿 John 咁讲正常贸易，咁真系无可厚非。系啊，咁但系在于我哋嚟讲，其实我哋都知道佢只不过用呢啲咁嘅手段去
同化我哋啫嘛，嘅时候我哋就会有啲戒心咯。就喺经济贸易方面，其实当然冇问题啊，正常贸易系咪先？用银卡又好，或者淘宝买嘢都好。但系你站喺政治立场，即系我哋乜嘢都政治化啦，系啊，政治立场嚟嘅话，咁你要中港区隔，我首先你就要断，即系你要戒咗呢个。我谂唔止政治啊，即系我哋就知道其实佢真系想同化我哋噶嘛。系啊，咁如果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所有嘢政治化，咁喂，我觉得美国唔好，咁唔通你唔用Visa 咯，唔系啊嘛，咁因为我哋知道中国就系想用呢啲咁嘅手段去同化咗我哋、所以我哋先会咁大戒心。喂，淘宝嘢唔用，喂，呢、這个公仔书喺大陆出嘅，唔睇咁样，即系我呢部戏中国拍嘅，唔睇、中系啊，我同埋会好影响西游唔睇，即系如果你话好依赖，即系好依赖淘宝嗰样嘢咧，会令到香港嘅手工业啊，或者系叫做零售业咧，都好大影响。喺电影咪就系咁咯，因为你明知道喺淘宝我买，我一定会平过你喺香港落铺头买噶嘛，咁变咗你香港做唔到个生意。其实而家嗰个零售业已经有好大影响，即系寒冬啊！其实都寒冬噶啦，三十几度又寒冬。香港零售业咧，最影响得最大咧，就系而家咧，因为 Facebook 好流行咧，就喺你上 Facebook 其实买嘢，我都有啦，我都其实我上 Facebook 都喺 Facebook 主要买二手嘢嘅。对我嚟讲主要系你买二手嘢啫。咁但系其实你买 BB 嘢好多时都哦，系啊 ，Facebook 嗰啲 fan page 跟住落单，跟住佢又寄嚟咁样买噶嘛，团购啊。唔系，直头喺嗰度买，即系你入数俾佢，入数俾佢寄俾你咯。跟住其实影响得好大嘅、因为而家个都系买咁样买咁滞，系即系连我都系。喂，呢个系全球化影响啦，呢个系呢个全球化影响。咁所以香港嘅旅游业，唔系旅游业，香港嘅零售业唔系因为冇咗自由行啊嘛，系因为你个市面嗰个选择实在太少，所以人哋就想去网买，想去网咁啊唔出街，即系少出街，少消费。恶性循环又出现咯，系咁啊！新年流流讲翻啲开心嘢，我话好开心噶啦，唔系点啊？讲翻啲开心嘢啊！因为其实你啱啱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就直接就令到我过去呢三日嘅新年假期咧，我系冇出过街嘅。系咩？你冇拜年咩？我净可去我阿妈嗰度咯，同埋就同啲亲戚拜年咯。跟住就冇出过街啦、我都冇，我冇去行街，乜都冇。有，我同佢去咗打边炉。年初二，哇！刺激消费、啊，刺激消费，真系唯一嘅消费。有冇呢几日嘅消费？次次我哋食日式噶，食打边炉啊！真系啊，重庆都唔食啊嗰啲，系嘛？咁你咧，你呢几年即系呢几日就系除咗同佢打边炉之外，拜年咯。我啱啱头先查咯，录音之前都系拜完之外。哦系嘛？系啊，但系而家都冇连拜，即系对我嚟讲都冇连拜啊。唔系，但系其实即系你哋有出过街嘅人咧，即系你哋觉得今年嘅过年气氛系咪好差咧？好差，静咯。我年年都差唔多，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年年差唔多，因为我系今年年初二咧，我比较得闲，因为我平时咧年初二要翻阿妈度食饭嘅，即系开年饭嘅。咁但系咧，阿妈咧，因为阿婆个工人咧就放假。咁呢我媽就出咗我阿婆度，咁呢年初二我就唔使返入去我老家度食饭，咁我年初二就得闲，咁佢哋又上咗嚟啦。哦，你唔叫我即兴㗎，嗰日即兴都可以叫我㗎。系啊，对唔住，下次即兴，冇啦，下次即兴再叫你。真系即刻火嚟嘅真，冇啦。咁你咧，你有冇去噶？喂，话时话咧，我睇新闻，我就睇到有好多一啲夜市啊，墟市啊，深水埗咯，深水埗。但系嗰唔系，即系你讲系政府许可定系唔政府许可？你讲个深水埗系政府许可定唔许可先？咁旺角就有好多就政府唔许可噶嘛。喺黄大仙都见到好多，系嘛？黄大仙都嗱，我其实我讲嗰个深水埗嗰个墟市，即系喺玉器市场对出嗰度咧。我就唔知佢系即系政府发牌嗰只啊，定系区议会去深水埗嗰个系啊？深水埗嗰个系有政府系区议会搞嘅。咁即系佢同旺角系啦，佢仲特登我就睇新闻，我就睇到佢特登喺个栏杆，即系行人路边嗰啲栏杆嗰度咧，加咗块胶板。系啊，系啊，系。哦 ，OK， 吓，我就冇去到啦。但系我见到睇相咧，就见到有啲人潮管制，就因为太多人，系就塞住。其实我都唔明点解咁多人。其实到过年嘅时候，到有熟食烧翻噶啦，有好多地方都有。系黄大仙有几个啦，我即系当然系非法啦。
咁梗系非法啦。其实我又觉得，唔好讲咩非法，我又觉得，我又觉得咧好鬼奇怪。你年年由细到大过新年，都有一扎熟食小贩喺度噶啦，都冇人觉得有问题。系你以前细个有冇觉得有问题啊？冇啊，冇啊。去拜年就心啲，去拜年就系落去问阿妈攞20蚊，跟住买几碗猪红猪肠、韭菜上去食。我好怀念我屋企楼下以前嗰个煎酿三宝啊，好捞食噶，佢个炸鱼蛋真系。咁啊，话说咁啊，自己讲唔讲佢好咧？讲咯，咁就话说，咁就话说咧，今日佢就话寻日啦，咁啊，又有个 post 啦，就话今日寒风凛凛，偶有微雨，但系我哋继续喺旺角街头上撑小贩，贩卖日本特色小食关东煮吓，个关东煮嘅汤底系唔知咩点样啦，咁啊相当入味啦，咁佢直情话埋俾你听地址。吓、喂，即系我首先我当然我就觉得就系要讲撑嚟讲，你唔及佢啦，会点都，系嘛，讲撑小贩，你帮衬有咩用啫？佢直情就去做小贩，系佢直情去做俾你睇。但系又搞笑喎，佢撑小贩，但系同小贩抢生意。系咯、啊，嗱唔系嗱呢啲我觉得抽情嘅，但问题就系话，喂，唔系抽情，唔系咁你撑小贩，你梗系去帮衬小贩叫撑啦，叫你一齐做埋一齐。咁你会觉得太奇怪啊？即系就好似分薄咗人哋啲生意。系咯，屌嘴！我真系嗰日真系买几包胡须浆。系啊，喂，攞翻你嗰两包嚟。喂，仲有，你嗰包胡须浆，你之前咧咪喺节目讲话阿哥，你阿哥话唔可行嘅。ban 我系 ban 你 reject 我。其实可行嘅，因为咧而家喺呢个即系政府许可嗰个熟食小贩嗰个位咧，唔可以明火煮食嘅。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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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啱啊！煲煲饭，煲煲饭咪得咯。所以我今日睇新闻，即系寻日睇新闻，寻晚睇。寻日就烧鸡翼嗰个嘛。佢话佢原本系卖炭佬烧鸡翼嘅，咁佢唔俾明火，佢就揾到个Until鬼味嗰啲发热嗰啲炉。系啊，就话每只鸡翼都要烧多四分钟咁样。咁其实唔系炭火边度食噶？冇错，跟住咧有一个阿叔咧，就系之前咧就卖肠粉嘅。咁咧跟住佢话唔系即系。肠粉要有热，即系要热住佢先好食噶嘛。系啊，咁你冇跟住佢话我，所以我转埋碗仔翅，煲咗一煲碗仔翅，咪攞落嚟咯。跟住又做好怒气咁啊！香港嘅熟食小贩，唔系就因为要有明火，所以先好食噶嘛。系，即系咪即系你嗰件事都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吓。咁咁另外就系我寻日即系我见到即系。睇新聞啦，都系咁啊！再你除咗烧鸡翼啊，嗱，譬如有呢条友又整个关东煮啊，咁样做咩土耳其咖啡啊？土耳其咖啡啊！即系佢嗰啲，即系整一壶仔，然后摆喺嗰啲沙嗰度滚嗰啲啊！边个搞噶？应该都真系似一个左教，唔系佢真系似一个土耳其人咁样。哦，土耳其左教，唔系啊！你讲，佢嗰个位系有牌。你讲起呢个咩土耳其啊，咁即系少数族裔啦。香港有个少数族裔咧，咁最近就受呢个访问，即系唔记得边个杂志定报纸访问佢。话香港咧嘅少数族裔咧，好难食到真正即系伊斯兰教嘅嘢啊！咁咧佢我都知，佢成立咗呢个社企啊！吓系点咧？咪就系为咗专主土耳其系啊，唔系专主俾伊斯兰教徒食嘅嘢咯。哦，系啊，好啊，社企啊，你就知咩嚟啦？好啊，即系斯里山，好啊，伊斯，我跟住我再谂，哦，伊斯兰教都系左交嘅，原来。系啊，弱势啊嘛。唉，其实到开始面对住啲问题，我都唔知点样评论。即系你硬系就觉得怪怪地啦。系啊，吓、啊，即系香港嘅社会企业就系啊。啊！你应该鼓励佢哋食多啲糖餐啊嘛，我唔明白，系嘛？咁你要喺长，咁你以后系喺香港生活，咁你都系要鼓励呢啲嘢噶啦，系嘛、啊、？OK 啦，边个啊？唔知啊，唔知喎、啊，佢系咪炒紧肠粉定炒紧年糕？炒年糕啊，应该。咁啊，有啲似一个朋友。咁啊，另外就系、是、一定要提一提嘅，你嗰个关于你想讲林郑先定讲冇所谓叶刘先啦，唔系我今朝睇嗰段片咧，系啊叶宝林扫地啊，见唔见到啊？
喺旺角。喺旺角，即系完咗个小贩收咗炉之后，咁、就喺街边扫地。嗯、但系佢着得身光颈靓，孭住个手袋，好似即系可能做 show feel 咯。即系佢同你讲，啱啱拜完年都落嚟扫地啊！即系嗰啲尽翻公民责任啊！吓，唔系咁我哋作为香港市民，嗯、我哋都要讲句 thank you。系唔该晒，唔该晒。其实唔系我，但系我觉得其实我都系我哋呢度附近咧都好污糟啊。系啊，唔系啊，同埋我觉得咧，我都使乜扫啫？呢样嘢系政府默许咗噶嘛？你差佬都摆晒啲雪糕桶喺度，哦系啊，拦住晒啲人，拦住晒啲食环又喺度及住。咁食环嘅工作系咩啊？负责环境卫生啊嘛，咁啲垃圾咪去由得食环处理咯。唔系，所以我咪就系话咯，我公司楼下就有啲污糟嘅。我头先翻嚟其实都见到街嗰度啊，虽然有啲冷清咁，但系都污糟嘅。咁啊，最好似宝林咪帮手扫埋佢。唔该晒，林辉啊嗰啲一齐。系啊，唔该晒，系啊，左交 All Star。新蒲江啊，系新蒲江六合街，唔麻烦晒，唔该晒，唔该晒，冇乜所谓。其实林郑同叶刘一齐讲嘅，捞埋一齐讲啊。咁话说啊，林郑就有一日就落区啦，叫做系唔知巡游啦，唔知做咩行花市，行花市咩？系好似行花市。咁佢就见到一个乞衣，一个婆婆咁喺街度就行乞咁样，行乞咁样吓，咁啊。佢就唔系，因为其实咧，我揾咗好，我揾咗成日啊，嗰个片段，就系啲人就话佢咪佢俾咗500蚊，咩俾咗500蚊啊？咁其实我想揾个咩片段咧，就系、是、我系想问佢嗰500蚊系点样揞出嚟嘅？佢系打开个银包攞500蚊出嚟啊？定系点样？定系隔篱即系譬如有个助手，即系攞500蚊嚟。准备好晒咁样，准备好晒，即系准备。谁不知就真系咯，就系最差嗰个情况啦，真系喺三袋度揞一张500蚊出嚟，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突然之间我呢度嗱，我再问问，嗱咁啱喎，张500蚊我同你讲，咁又唔难嘅，我揞我都有20蚊啦。唔系啦，即系你20蚊就系咯，即系你明唔明？你林郑月娥一个连厕纸喺边度有得卖都唔知，佢亦都八达通都唔识用嘅，佢亦都承认啦，系嘛？即系家庭，即系嗰啲生活嘅琐碎事，佢做得唔好噶。嗯，佢识得佢喺个袋度袋500蚊，你袋500蚊嚟为咩啊？嗯，你袋张八达通都冇你500蚊。八达通佢识用啊，所以其实系可能佢问过个婆八达通收唔收，啱啱识用。所以其实系呢样，其实真系好肉酸咯。即系你见到地下有个乞衣，你埋去慰问佢，其实呢一样嘢都惊异系好明呕心啊。系啦，系啦，唔系啊，而系你真系唔知道呢个社会发生紧啲咩事嘛。喂，我哋即系稍为，我谂你喺香港，吓、我当你有啲智慧嘅香港人，你遇到呢类型嘅乞衣。你都掂行掂过嘅啫。係因为只要搵食。你又无谓屌鸠佢啊，係咪你都唔需要闹佢啊，係咪你掂行掂过咪等咪由佢囉。因为你大家心知同埋係咩呢啲翻工㗎嘛呢啲人係。係咪先你俾佢你唔系帮佢㗎嘛你害鸠紧佢㗎嘛。哇喂边个嚟㗎呢个周防雪子。周防雪子做冇耐啲啊咁佢介绍。係咪好久远㗎喇周防雪子咁。啊，唔好意思啊，好耐冇睇啊！我呢佢话呢个唔系周防雪子，呢个系益啊，新人嚟噶。哦，新人益啊，唔错。咁点解你头先讲周防雪子？佢话过去嘅补助应该系周防雪子嘅。哦，而家就俾取代咁样咯吓。O K， 最会摇嘅女优。哦，最会摇。O K， 明白。马成绝顶58回啊！系。个题都系吸引啦，咁你喺街度，你走去俾一个咁样嘅乞衣，咁当然啦，你即系啲人就连随就走嚟话，喂，你犯法嘅，你咁样做系犯法嘅，吓，就系话你首先本身行乞喺街度系都系犯法噶啦，犯法啦吓，你。过时候嘅，我系谂唔到俾钱嗰啲犯法嘅咩？系噶，俾钱都犯法噶。啊，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冇谂过呢样嘢。冇报警啊？吓？边个报警？继续啊！得长毛嘅。唔系，可能有嘅，俾人拉咗。系嗰个人被寻衅滋事，俾人拉咗，报警嗰个俾人拉咗。唔系，因为譬如我哋譬如我最深刻印象就系湾仔个区嗰阵时，我读中学嗰阵时喺湾仔鹅颈桥附近咧，系有一个好。都几喺区内都几著名嘅一个乞衣嘅，吓佢系真系嗰把即系灯柱咁粗嘅头发咧，嗰啲咧
张住一嚿，系啊，张住一嚿衣衫褴褛，系啊，隔半条街都闻到臭嗰啲咧，吓、啊，即系佢一个区内一个著名嘅乞衣咁样噶嘛。咁、啊、诶、我其实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吓，原来我当年我俾钱佢，我系犯法咯。嗯，吓、啊，我唔知呢度呢啲系。其实系有你，其实有好多法例你自己都唔知嘅。系啊，即系边度嚟嘅咧？呢啲法例，嗯啊，咁但系就即系呢个林郑月娥就非常之冇错嗱，所以其实嗱有一次，其实真系好戆居，所以其实有一次证明系咩咧？我证明我上个礼拜我讲嗰样嘢啱嘅。林郑月娥即系摆门嘅，我哋即系叶柳先系真嘅，唔系胡苏贞先系真嘅，胡苏贞先系真嘅、啊。喂，因为佢依家你个感觉就系咩啊？你林郑月娥就系行出嚟做尽一啲香港人最捻憎嘅嘢。嗯。啊，然之后喂，咁因为你相对噶嘛，你林郑月娥做得越多呢啲咁嘅閪嘢，你咪会越显得曾俊华好咯。嗯嗯，其实。之前都有讲噶，即系其实梁振英上台嘅时候都话梁振英只不过鸡棚嚟噶嘛，系搭一个鸡棚，跟住下一个只要好少少，但系跟住只要温水煮蛙，你哋就死咗都唔系啊，系啦、啊，就算挨苦都挨得心安，系啦、啊啊，吃苦都吃得都心安咁、啊、样吓、啊，加上系另外就系仲有好多，你啱啱我先留意到、嗯、有人有一个。关于摄影嘅 page 啊 ，Facebook 嘅关于摄影嘅 page，、嗯、其实佢一直都 share 好多靓相啊，嗯、关于摄影嘅一啲知识啊，嗰啲咁样嘅嘢，佢又走去分析啊。叶刘淑仪嗰个摄影师啊，炒咗佢啦，系、嗯、嘛，一啲都唔专业，咁佢就分析咗，咁佢喺个林郑啊，唔系叶刘淑仪个 Facebook 嗰度就揾到啲相出嚟啦、嗯，就批评嗰啲相究竟有几差啦，咁、嗯、啊事实又真系好差，佢连个标志都差 ，logo 都差，即系连最基本，譬如一啲执下光暗啊，调下色啊，都唔啱，即系都唔讲话捕唔捕捉到叶刘淑仪靓啲嗰一面 啊，虽然难，系啦、啊，我都知难，系啦、啊，你点都要噶嘛，系、嗯、咪？咁、但系因为佢。北风一转，你睇到曾俊华嗰个摄影师一定系一个高手，佢话嗯好啲啦，又唔好话高手。唔系咁我睇过，其实系高手吓、啊，我都觉得系高手，我觉得好啲啦。因为譬如佢你因为你最主要你系睇佢 output 出嚟嗰样嘢嘛，嗯、你睇到佢嗰啲相，然后以嗰啲摆位构图啊，嗰啲光暗真系靓噶，嗯吓、啊，嗯反而咁样，我觉得做作啦。做作啊，系嘛，系啊，系咩？我觉得曾俊华啲相做作噶，系咩？系啊， okay、即系系做 show 嗰个感觉咯，系嘛？系啊，叶柳嗰个就真系好差嘅，但问题永远都唔知佢想点嘅。但问题就系咁样，曾俊华即系好似嗰个 page 咁样讲一讲，曾俊华啲相影得好靓，啲友就觉得系啦。系啊，诶、啊，薯片好波，系啊，好嘢啊，即系摄影师有料到啊，唔系，即系呢样先紧要啊嘛，所以我就成日都我就系话，你即系大家要去比较，即系嗰啲苹果报嗰阵时最中意做嘅，你摆四个名喺度，然后等你揿去 like 嗰啲啊嘛，你唔好揿啦，你唔揿就冇嘢啦，嗯，你去揿咧，你去揿咧，你就中计啊，嗯啊，你中我唔系话你中苹果报计啊，嗯，系嘛，苹果报个。呢、这个目的系揾一呃 like 啫嘛，其实，嗯，系咪？咁但系你哋中计嗰样嘢就系话，你就系中咗呢一个小圈子选举嘅嗰个计咯。嗯，唉，即系又讲一次，真系好鬼猛。上个礼拜讲咗，前个礼拜温水煮蛙，再前个礼拜都讲讲过。唔系咁，讲嚟讲去都你大部分香港人最接受就系呢一套啫嘛，系啊，表面上可以感觉良好，啊、嗯，即系。头先我哋成日讲嗰句啊，而家即系苦少少也安心啦，系金句，即系苦又梗噶啦。对香港人嚟讲，苦我不嬲都苦开噶啦，系咪先？啊，最紧要苦得心安理得啫嘛。好奇怪，系好奇怪，好奇怪，唔会谂住唔苦嘅。系就其实即系包括就系早轮即系多咗好多一啲村屋嘅爆窃案啦。啊有咩？有啊，真系冇睇新闻啊！有啊，咁啊，你都安心噶，你住大厦噶嘛，我知道，你住大厦啊嘛，你梗系觉得安心啦，系咪？啊，咁啊，又讲下叶柳啊，嗯，啊叶柳啊，咁啊，今朝咧见到张相喎，系啊，咩叶柳咩拜年战衣喎、啊。嗱、那個，嗰假噶，假噶，我话咩飞钉啊嘛，我一瞓醒一开出嚟就见到啦，
你话死唔死啊？初四，但系我想讲叶柳咧，佢又去车公度拜神啦、啊。咁、嗯、啊，周浩鼎都有去，周浩鼎都有去、啊啊。但系周浩鼎咧，你记唔记得选举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咧，大家都系即系我系主内兄弟，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又去，佢又系去车公拜，咁可能喺佢眼中，车公都系主内嘅弟兄咧。哦，可能系啦，可能系啦。咁叶柳亦都系一个基督徒啦，自称系咯。另外咧，就系、是、我睇到新闻啦，即系所以无线真系好鬼蛊惑嘅。佢话咩？咁啊，亦都乡议会亦都按照传统，嗯，啊，为香港求签。唔知几时开始嘅？系咯，系啊，唔知几时开始呢个传统。即系都唔知佢凭乜嘢系？系啊系啊，关你鬼事啊！咁啊，呢个解签师傅咧，即系除咗讲嗰啲签之外啦，咁啊为香港求得上签啦。咁、佢除咗佢话解签之外咧，佢亦都话啦，今届嘅特首选战啊，对女候选人有利啊。嗯，啊，叶柳啊，叶柳系啊，吓，唔系因为叶柳有去啊嘛。啊，但却指候选人之一嘅叶刘淑仪，于两年前被麒麟撞到飞起，会衰足三年啊。唔系，即系我又觉得咁，即系又所以就系话你呢啲解签到，有时讲嘢就唔好谂太 over 嘛，系咪？咁咧，你讲起求签啦，咁啊啱啱咧，我喺郑立嗰个 Facebook 啊，郑立即系一个香港做 game 嘅人啦，咁啊，佢讲咗话，每次睇到呢个车公领签嘅时候，我都想起文初有时代咧有一个故事系咁讲嘅，系。文初呢一个豪杰叫陈济棠，喺1936年呢凭着自己呢建立咗战争嘅王牌，拥有70架飞机嘅广东空军，起兵反抗蒋介石嘅统治。喺起兵之前呢，佢又搵个亲戚占咗一个卦。咁嗰个卦呢就话呢次起事系机不可失。咁陈济棠听咗就即刻起兵啦。跟住喔咁当然输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蒋介石统一中国啦，跟住咧，陈济棠咧惨遭收皮。原来机不可失咧，唔系讲时机不可失，系讲失去飞机就玩完咁解。机不可失，咁样样任你解嘅啫嘛，系咁啊，任你噏嘅啫。咁但系你的而且确咁，你上年俾个麒麟咁掉一掉，系嘛？即系最好笑，佢咪撞到你嘛？佢系砰，成个弹开咗，飞开咗，呢个真系好好笑。嗱，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每年都要拎出嚟应一应景啊，咁样。咁你话至于你话俾麒麟撞到，系咪会衰三年咁讲啊？唔知，希望会啦。我唔知，我就系知道，如果俾叶柳算到我哋衰五年，系衰五年，系嘛？边个当选我哋都衰五年噶啦，一样嘅啫，系嘛？难道薯片？当选我哋会衰少啲咩？安心啲啦，安心系嘛，吃苦也安心点，也比较安心咁样。喂，其实头先我哋讲开嗰啲街市咧，我哋讲漏咗一单嘢。啊，边单咧？就系旧年梁景村哦，系嘅嗰件事咁样。咁啊，有线新闻就做咗个跟进啦，吓咁就话说佢上年咧都已经追住嗰个叫做建华管理公司嘅人。嗯，去问㗎啦，啊喂，嗰间保安人员系边度嚟㗎咁样，咁、因为本身嗰个商场街市嗰个位呢、就系领展嘅，咁领展呢就外判咗俾冠华、建华、又系建华，你老尾、又外判咗建华，咁根据建华嘅当日即系嗰个回应呢，佢有讲过就系话嗰班戴口罩嘅保安员。原呢就係、是、亦都係外判咗俾一间叫做唔知咩嘅公司。係啦，最好有个名字死咗我都唔记得添。初嚟大家嚟试新年流流唔好讲个死字死啦真係。咁我记得我嗰日我睇呢单我睇到呢个跟进嘅报道嘅时候呢、我就喺屋企同我老豆食緊饭。咁我就同我俾我老豆睇你呢你知唔知咩事啊我问你知唔知咩事啊记得喽。佢话咩事啊佢话上年啊，屯门啊，有个屋村啊，咁佢屋村嗰度有好多铺头都有通宵开噶嘛，咁啊前面有啲小贩嘅，咁啊啲小贩咧，咁啊就出现咗一班咧蒙住面嘅、戴口罩嘅、嘅保安啊，咁啊有啲见到咧嗱，见到嗰啲咩手指啊、颈啊嗰啲都有纹身嘅，我话咁事实上系啊，嗱我冇讲大话系咪先？咁咧，结果嗰两晚咧，佢哋就日日喺个街市门口度咧，见人就打，
啊，咁我都冇作大啊，系嘛？个画面我见到的而且确系啊，系嘛、啊啊？记者俾人打，路过嘅行人又俾人打，小贩就不在话下啦，见人就打吓、啊。之后我就碌过去嗰个画面，嗱、啊，你一打到咁噶吓，最好笑系咩啊？打完啦，哎呀，有警察、啊，诶、哎，差佬喺侧边睇，诶、啊，差佬喺侧边睇，咁之后个警察嚟到之后咧，咁啊叫警察问，哎，咩事咩事咩事咁啊，哎呀，冇事、啊，有人俾人打啊嘛，拉走晒啊，咁啊，你拎开啦，搬开啲嘢啦，咁啊，佢转头，哎，嗰边又打、啊，哎呀，咁啊，啲警察又走去嗰边咯，一行到警察一行到嗰边，哎，又打完咯，哎，之后呢头又打，警察又走去嗰边啦，就全晚就系咁样咯，走嚟走去咯，吓、啊，之后我老豆就问啦，吓、啊，咁样啊，系嘛，但你知唔知到最后系点啊？点啊？冇人知道打人嗰班人系边度嚟嘅？知啊。吓、啊，打人嗰班嗱，佢着住件衫，成日写住保安员嘅。吓、嗯，咁啊，个个都着住噶啦。吓、嗯，咁啊，啲警察仔隔篱行嚟行去嘅。吓、嗯，咁、啊、结果打完人啦，嗱、啊、嗱，之后我就碌个嗱呢个记者嗱就系、是、呢个记者俾人打咯。吓、啊，打完人之后，诶、哎，一个都冇俾人拉到。即系个哦，咁冇事就好啦。哦，咁样吓、啊，因为佢梗系知我之后想讲咩啦。神正头，冇事咪好咯。吓、啊，我咪同佢讲，我话你真系唔好以为呢一个世界，你而家你身处喺呢个社会，好似乜事都冇。我话吓、啊，你有好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摆咗喺你面前。嗯。吓、啊，唔知唔讲唔觉，你又觉得喂天下太平呢、這个香港地系嘛、嗯？当有事一起事一发生嘅时候，哎，你只能够祈求嗰样嘢系咩啊？唔好发生喺你身上嘅咋，系系嘛？你点知到时下个喺街度行下，我吉粒鱼蛋都屌俾人打身啦！但系当你控诉嗰时候，佢又话你搞事，话系啊系啊破坏和谐，系啊喂，你永远就系咁样噶。你见你之前你睇好多即新闻嗰啲咩上访人士啊，嗰啲结。佢哋基本上佢全部都系咁噶啦，唔杀到你埋身，你咪唔觉咯。系啊，即系你讲嗰啲咩诶，嗰啲唔知咩化工厂啊，捉咗个公安唔知咩处长出嚟剥晒啲衫嗰啲啊嘛。系，因为系人哋起咗啦嘛。系啊，起咗啦嘛，起咗先嚟燥啊。啊！起紧嗰阵时你唔知嘅，你唔觉嘅，我你仲可能会觉得，哎，你睇下我哋呢个市几繁荣，你睇化工厂后边有间，跟住哦，原来啲水排晒落个河度，系啊，哎呀，做乜我饮噶？先嚟嘈咁啊，真系把靓啦咁啊！依家嘅情况咪就系咁咯，嗯，系嘛啊？你即系到今日问翻一啲嗰个管理公司，冇人答到你，究竟嗰班保安员系边度嚟嘅？嗯，当日香港01嗰个记者，定系咪香港01嘅记者嚟噶？定系啊，好似香港01嘅记者嚟，俾、人打，好似爆晒光啊嗰、那个系嘛？嗰晚系俾人打到爆光啊佢，咁啊结果佢报警啦，嗯，直至到啱啱嘅佢话八月嘅时候，警方就通知佢证据不足，冇办法起诉，拉唔到人，嗯，吓、啊、咁样嗰件事就不了了之啦。因为连嗰班人系咩人都唔知道。系啊，系啊，嗱，因为你好你嗱你嗰件事你有好奇怪啊嘛。坊间有啲人就讲就话，喂，屌呢班根本就警察嚟噶啦，吓、啊，即系因为嗰阵时都曾经人做过啲对比噶嘛，对比图系嘛，即系包括佢哋整齐嘅发型啦、嗯，即系因为唔系个个都有纹身嘅，有金毛仔有纹身嘅，吓、啊，咁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嘅，有啲咧根本就系嗰啲整齐嘅 skinhead 啊嗰啲咧，吓、嗯啊、就令人哋觉得甚至乎捉到又有一个，诶、欸、呢、這个咪之前嗰买旺角拉人嗰个咯，吓、啊、即系直情系。从佢个耳嘅形状啊，个耳珠个大小啊，去判断系嗰个嗱，都系大家估嘅啫，估嘅啫，系啦，都系估嘅啫，吓。咁、啊、但系我个分析，我会系咁样嘅。你话先讲系咪警察先啦？咁、嗯、你话我就系咁样同我老豆讲啦。我话嗱，即系佢话咁点解要咁样咧？因为佢问我咁，咁但系佢哋点解要咁样咧？我话嗱，好简单啫嘛。原本呢个商场咧就政府嘅。啊，咁政府就卖晒啦，卖晒一间公司，一间上市公司叫做领展，嗯，啊，卖晒俾佢啦，咁佢话事咯，嗯，啊，结果呢几年嚟成日会发生嘅就系咩啊？原本喺嗰度开紧文具铺嘅铺头，今年加你两万，嗯，然之后咧就喺你门口度装修走廊嘅装修，吓、啊，装修嗰啲门啊，装修嗰啲灯啊，然之后再下一年咧又加你二万，嗯，跟住再装修埋个大门口。到第三年再加多你二万，结果个文具铺就交唔起，就走吓、啊。结果嗰间铺头变咩啊？金铺咯吓。咁、啊、我老豆，诶，佢都话，咦，系、啊，系、啊，真系好多金铺、啊。哇，嗱，系咧，你都过好多金铺咧吓。咁、嗯啊、然之后，
咁但係佢又唔能够淨係开俾金铺㗎嘛。佢点都要买啲嘢食嘅。咁、就好似嗰晚喺呢个梁景村出面嗰排铺头咁样啦。佢哋都系卖緊宵夜。佢嗱呢档都卖緊糖水嘅。喂，但你知唔知道呢间卖糖水嘅铺头，我一个月要卖几多千碗嘅糖水先够我交租㗎。咁亦都啦，里面嗰个卖糖水嗰啲亦都系大集团啦。係啦，我要卖几多千碗先够我交租，你班蛋散搭架车仔喺我门口卖糖水，我系咪必然会諗个方法同你死过啊？咁但我冇理由走出去闹你啊，我又冇理由报警拉你，报警拉你都系走鬼啫，系咪把鬼啊？最直接嘅方法赶人走，要用最直接嘅方法打你一身。龙五话嘅，咪拿支枪住赶人走，用最直接嘅方法咁样打你一身，咪、就打你一身咯，打你一身咯。喂，咁但系呢啲事你知我知，警察都知啊嘛。警察都知嘛。嗱，我又唔会觉得系话喂。是保安公司吓、啊，喂，咁啊真系唔方便、啊，唔方便、啊，咁我不如揾班瓜仔落嚟打佢哋算啦。如果系呢间嘢系管理公司做嘅，系管理公司做嘅，我会唔会咁笨柒叫佢着住件保安员嘅衫喺度打？佢即我咪即系揽住，即系揽住。我觉得如果系保安公司做嘅，佢就索性直头真系叫啲古惑仔嚟打你。系啦，你唔使着制服噶嘛。唔系，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呢个就呢班保安员咧，着住保安员制服嘅，嘅当系古惑仔啦，系就算系管理公司请佢，我觉得系管理公司请佢过嚟嘅，我估计啦，系佢着件保安员有冇佢公司个名，怕咩啫？啊，保安员啫嘛，屌我喺淘宝买件，我着落去我都系保安员啦，系咪先？冇乜咩，嗰件仲要系最紧要佢个 order 个睇淘宝 order 叫佢收上去，最紧要佢个保安公司唔使上身，系连廿九订连30万就到啦，即系最大呢个就。以往嘅做法即係等于你财务公司借钱嘅话、去收数嘅都唔係财务公司啲职员去收数。係係。佢就外判出去搵班出面嘅打手去收数㗎啦。係係。咁最大问题就係当时警察唔马上執法咋嘛。係、喂摆两名打架打到爆晒光啦，有片有成，见到里面喺条走廊嗰度打到飞起，好似古惑仔劈友咁样。係。抽到喺出面睇住唔俾人入去。两名打到扑街。咁啊，有线亦都有访问翻一啲即系前退，即系退休咗嘅，即系前嘅一啲高级警长嘅咁样啦，即系嗰啲唔知检控专员定乜鬼嘢嘅咁样。咁佢都话其实就算佢哋蒙住面吓、啊，因为佢哋有着一个一样嘅衫，咁其实系真系可以加上从当时警察嘅口供。是可以追查到呢班人是嚟自边度嘅。算啦，其实我哋讨论咁耐呢，咁係。都冇结果。咁事实佢就唔会去執法㗎啦。即係你就算你访问一千个嗰啲咩前咩原作级嗰啲警务人员，讲到一万句嗰啲应该要严正執法嗰啲说话，有咩用啫？佢就唔理又唔理。唔做你睇今年梁景村。水静河飞，系冇事发生，系啊，冇啦，太平，系啊，我消失晒，啲小贩打走晒啦，仲惊？你仲敢去嗰度开啊？系啊，即系除非你一个打九个嘅啫，仲惊？咁系咯，即系你成功咯。上年单嘢发生喺梁景村啫，即系今年可能就暂时就唔见有咩冲突发生。可能梁景村啲街坊喺下边行过，哦，今年咁清静嘅，可能真系舒服啦。可能下年就发生喺黄大仙噶咯。其实我去我婆度拜年咧，楼下咧我见到咧企咗好多食环喺度噶。系啊，系啊，即系我因为我婆嗰度咧，以前过年咧后面嗰度咧好多小贩。其实咧唔好话以前啊，以前我细个咧，即系可能系十几年前咧去我婆度咧，其实我阿婆后面咧嗰度咧，一去到三四点咧就好多小贩噶啦，日日都咁你买粉果啊咁样。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去到而家咩都冇啦。喺以其实以前屯门都好多噶、啊，其实好开心噶、啊，好正常啊。其实咧有阵时咧又谂翻起又，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咧，连食宵夜嘅地方都冇啊。系唔好话。即系我屋企啦，我屋企附近啦，我屋企附近已经系观塘噶啦。你嗰度冇啊，真系。我嗰度冇，去到观塘咧，因为而家开埋 APM 咧，嗰边先有。系啦，因为要即系你开埋 APM， 因为所有区你都发展晒做商场咧，你十一点就收噶啦。你冇嘢噶，你除非我楼下嗰间麦当劳都系开到十一点。
即系跟住就冇啦，得翻四份咯。你微波炉咯，微波炉叮嘢食咯。你以前食宵夜几容易啊？系啊，一落街就有啊。而家我要喺观塘行去牛头角，系行到都饱咯。咁我嚟集冇啊！你所有旧区重建咧，你都系啊，冇晒啦。你一定系将嗰啲渔民坊啲冇晒啦，将嗰啲宵夜档系消失晒。系啊，渔民坊已经冇晒宵夜。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喂，旺角好多啦，旺角啊，大佬，你唔好同我讲呢啲，系啦，系嘛？好，咁我下次就喺上水搭车出旺角食先。上水都冇啦，上水其实系啊，你都开晒啲一系连锁店，一系金铺，一系上咩上水广场咯，咁你更加冇宵夜食啦。其实屯门都有嘅，即系旧墟嗰边应该有嘅，即系新嗰啲就应该都系咩 V City 附近就冇啦，应该。咁你要揾啊，点都有嘅。你如果你话屯门都有嘅，咁有啲旧墟嗰啲都有嘅。唔系嘅，即系你始终系你冇一啲叫做流动嘅，即系叫做小贩啦，吓咁。唉，屌！不过你又讲到，你又一阵你佢哋又攞嗰啲咩卫生问题嗰啲系啊，咁、啊、你出嚟讲，其实你冇得讲，你点解咁中意去台湾啫？个都，你嗰啲喺香港同我讲话去卫生呢样嗰样嗰啲人咧，你唔好去台湾帮衬夜市，唔好去台湾，唔好话夜市啦，台湾你落西门町，你过咗十二点都大把推车仔嗰啲。档啦，咩朱红啊，但人哋地方又好干净嘅，系卖手撕鸡添。人哋嘅地方咧，卫生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嗱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啲个人嘅质素问题啦，即系教育，因为人哋真系有垃圾分类，同埋真系好少周街掟垃圾嘅。你嗱调翻转，你睇点解叶宝能喺完咗个小贩之后，佢要喺街度。扫垃圾啊！啲人周街抌，因为有150个中国移民落咗嚟咯，每日佢哋都唔知咩叫垃圾桶嘅，唔知咩叫掉垃圾啊！唔系咁样嘅咩？食完就放落地下噶嘛？垃圾咪掉地下咯？嗱，唔好即系唔通攞翻屋企啊？唔好话我法西斯，中国人就真系质素低，系啊，真系质素低啊！我香港人点解俾大即系点解啲质素低咗咁多？咪就系中国人拖累咯！我十几年前啊，去咩啊？桂林啊，咁佢有一个行程系搭嗰啲游览船，游嗰个唔知咩江嘅，系啊，跟住喺个船上面个甲板上面咧，咁有个大陆佬去食橙，咪搣咗啲皮咪就咁掉落去咯，抌到落河度咯。系你唔好同我讲十呢喂十几年前，十几年后都系咁，系啊，冇变过，冇变过，因为中国人个质素就系咁样，冇错，冇进化过，冇错，冇进化，冇错。咁啊，休息阵啦，休息阵先啦，播咩歌好咧？嗱，呢个真系今年系咪过年啊？过年有冇啲过年歌啊？好，我哋休息阵先啊。一年一 rap 啊，今年会 rap 吗？有人讲得好心噶，我就 rap 得好心噏。今年 rap 得乜唔 rap 得乜，冇乜唔 rap 得。听完 rap up， 祝大家鸡年食得瞓得闲得就得闲问大家。名复合四 D 演唱会差啲冇得做，即使面对公关灾难都轻松过度。超仪话阿取多首有分享证，我估佢都只系邓陈子聪康复高兴。吴若希暂别娱乐圈三 B 咁好嘢，咁以后咪冇得听佢讲点解嘅？柏豪结婚相信 fans 都感到高兴，但相信最伤心应该就系沈俊晴。方力申、邓丽欣十年童话未结先分，分手喺十周年纪念日多得意念心。余美贝夫偷会王子恒关系扑朔迷离，好多版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李润成公然偷食人妻咁狂妄，奉劝爸爸如果偷食记住东张西望。2016年致歉韩剧莫过于太阳的后裔，几时大台照得整翻套太婆的后裔？全城热话跟住矛盾去旅行，嘉宾我提议不妨请苏永康同梁仲恒。厮杀列车其实冇乜特别，只要你接头早翻工，试过搭港铁。巨轮嘅主角应该就系高天秀，以乱伦为题嘅剧集都算绝无仅有。放心讲到分奖，仲有无忌分奖礼，但系佢哋请嚟请去都唔请马米。再见我哋嘅 get 王卢 David， 你嘅烂击永远都充满住个人特色。David Bowie 系摇滚同美丽混合体，用咗一生向世人演绎何谓华丽。佐治米高喺圣诞离开人间，听住 Last Christmas 过佢最后一个圣诞。刘明伟由学收边个先系男神，两个 package 比较都系斗老豆系咩人？苹果加支笔，菠萝加支笔，苹
果菠萝不要红敢唱一定得。大台节目个名叫做没有起跑线，因为今时今日要赢就赢在射精前。对于 Samsung 暴碌七只有一个评价，成龙下次可以改口韩国制会爆炸。Pokemon 高全城狂热，人人捉精灵，个个都变做小智化身做宠物精英。一罐断片酒搞到唔幸美鬼上身，仲有个个中意食屎嘅所谓男神。港女喺台北上水引产偷包，三个臭包匿喺厕所食包包食饱。李国章终于正式入主港大，以我估计港大嘅学术自由都系咁大。好多学校惊死禁散播港独言论，又话香港有言论自由，咁即系自相矛盾。监警会三审裁定朱经纬用警棍打人，搞咗咁耐个结论原来系阿妈系女人。电影十年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即时引起一众爱国电影人嘅点评。假扮入境处或公安用一个电话，原来呃人几百万只需要一个大话。何文田站个设计相当离地，出口去到月台北京吸流梯行到你断气。全球最长寿太熊猫佳佳接受安乐死，十七年嚟陪伴港人成长，衷心多谢你。黄之锋喺泰国被囚禁足足十个钟头，香港政府完全冇打算作出营救。谭耀宗打尖做手术，点解咁都得？系咪加入民建联就成为特权阶级？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学联退出支联会，代表各自有唔同诉求。汉桥之家张建华正一人渣，性侵女圈又仲狡辩，应该捉佢去打靶。靓琴两方各只声明，搞到自己犯重伤，不如考虑下中文译名改做兰克。California 为咗跑数成日对啲客老屈，都算天有眼，终于等到佢哋关门大吉。城大体育馆冧屋顶，听到都吓亲，冇人命伤亡都算不幸之中嘅大幸。中环民院面家嘅云吞面炸酱屋，可惜终于成为一种回忆嘅味道。尤慧晶话搏嘢，但揾唔到房。如果你有兴趣，我想讲我其实有地方。政府成日提要改善住屋同土地问题，偏偏四层楼高嘅嘉湖泥头山冇人提。政府率先向横州地区领袖摸摸底，官商向黑勾结。实行一条龙互利互惠，拳王曹星如二十年性清白，我帮佢改个新绰号，港版 Floyd Mayweather。牛下女车神李慧思连人大车倒地，虽然失去奖牌，但香港市民一定撑你。从顾元慧身上学到一句洪荒之力，从孙杨身上学到咩叫做不自量力。郑裕彤系香港知名超级富豪，呢位新世界创办人安详走完九十一年人生路。美国新一届总统系富豪 Donald Trump， 叫得 Donald 胡方好人，你睇下我哋嘅 Donald 真。英国全民投票决定英国是否脱欧，纯好奇一问，点解当年回归冇人搞公投？泰国人太伤心，因为泰王驾崩。相反，如果我哋特首过身，有几多市民会伤心？明报执行编辑巴拿马报道后被解雇，编赛自主系咪已经冇人在乎？曾经嘅亚洲良心终于受重惩惩，对于停播时果草草草收场深表遗憾。获发十二年牌照嘅奇妙电视，将会引发电视界嘅三国演义。只要老豆系特首，随意打横行，留咗行李过关咩？唔使惊有特事特办。梁振英上任做尽坏事无日无之，直至宣布唔竞逐连任，总算做翻件好事。退休法官胡国兴抢闸参选特首，边个赢都好，最紧要唔系林病同叶柳。剧场刊登台湾校名被逼删国立两字，以上系康文署惊死嘅自我审查例子。廉政公署大地震，李宝兰被辞职，似乎系梁振英对调查 UGL 事件嘅反击。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带一路。以上全部内容就系成份施政报告。见过乔布斯嘅人相信冇几多，但系弱智局长冇见过，我真系见过。民航署嘅新空管系统突然崩溃，坚持死都唔更换，系咪要撞机先识后悔？以为会特首委任人数增加至八人，无非都系想喺唔同机构加插自己人。屯门搞到新年大混乱嘅起源，原因系梁景川突然有好多蒙面管理员，当鱼蛋都可以引申一场革命，证明当权者系如何欺压百姓。对于有学生自杀，我深表遗憾，为人师表更应该积极承担责任。但局长次次有关听证会都唔会现身，所谓对策只系每间学校发放5000元。张德江访港搞到四围封路，嗰几日到处塞车，怨声再度。四级大火将时枪迷你初彻底吞食，长火足足烧咗四日半先叫做救熄。两名消防员亦因此英勇殉职，在此向佢地致敬，献上无言感激。喺香港卖书卖到俾人失踪，一国两制已经全面失控，特区政府最终迟迟唔出动，港人治港已经被彻底冰封。被失踪原因自编自导，中央屈得就屈，够噏坏人搭洗头顶，吴良声噏得就噏。梁天琦新东宝选以6万几票高票落败，可以话正式确立香港嘅
本土牌，声明确认书明显系政治打压，即使签咗名，选举主任都可以唔批准入闸。戴耀廷嘅雷动计划搞到一锅泡，令到部分应该当选到嘅结果选唔到。容海恩被称为法律界嘅桂纶镁，真心上降呢个绰号有排都未轮到你。太惊讶，郁敏都竟然落马，边个估到结果同预期可以有咁大落差？朱海迪高票当选成为票王，面对乡绅恐吓，佢仍然勇于担当。梁仲恒用压力州乡音宣誓，尤慧贞一句之难，结果引风引雷。一场宣誓风波乱，中共揾到靓位，引发释法上诉 DQ， 令议员人人之危。强制释法令到法制受到冲击，重新解释基本法只系为咗掩饰，企图追击本土要本土派全面绝迹，为达到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惜。为咗米粉再困难，仍然百折不屈，埋头苦干四年，由2013去到2017，嚟到今年马米终于推出全新专辑，精彩多变嘅风格，到时唔听系你损失。好，翻嚟第二节，嚟恭喜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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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第二节啦吓。再亮亮上我个香港独立翡翠，系劲啊！系啊，喂，唔系，你又唔系有嘢俾我嘅咩？俾咗你咯，黐线！我叫你等间先俾节目先俾我噶嘛。屌屌，系啊呢个啊，诶，哇呢个就系民族党嘅，系啦，御守符，系啦，呢个就系呢个就系 Sam 惊我惊我行出街。唔死啦，唔会俾人拉，系啦，咁就特登整个嘢出嚟，加重我嘅风险啦。唔系我整嘅，系民族党整嘅，系民族党整嘅，系香港独立 ，OK， 系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个 page， 架喺挂喺架车度咧，超速抄牌罚多39，唔超速都变咗超速啊，系啊，唔超速见到啊，点都闪一闪咁样，吓，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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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有兴趣嘅人就可以上民族党，本身就佢哋摆喺年宵度卖嘅，因为佢个。档口被人 DQ 咗啦，就所以就而家喺网上面就网购啊，网购啦，系网购啊。咁亦都网上面流传咗一条片啦，就系、是、话说啦，陈浩天咧就喺个年宵市场咧就派一啲挥春啊，嗯，喺香港独立喺佢个被 DQ 嗰个档口，系啦，嘅出边咧就派，系咪就系呢张啊？系啦，系啦，就张国泰文安喺我屋企，系啦，就派咗呢张香港独立咁嘅派挥春啦。咁啊有啲食环嘅人嚟就叫佢走啦，咁样。咁黄毓民就走出嚟屌柒佢哋。咁啊嗰时系应该系初一噶啦，差唔多初一噶啦。即系年30万，年30万，哦 ，OK， 咁啊就屌鸠佢哋，喂，你哋系咩啊？你哋咩部门啊？嗯、食物环境及卫生署啊，吓、嗯啊，你搞食物环境同卫生嘅啫嘛，人哋呢度派咩关你卵事啊？话唔系思想审查啊？你思想审查佢啊？吓、嗯，咩、啊、叫做呢啲嘢唔派得啊？你凭咩嘢啊？你讲叫佢搬，佢呢个派呢啲嘢，即系犯咗边条法例？系啦，叫佢搬个条例出嚟，系啦，当然就揾唔到啦，梗系啦。咁咧，哥有个捻样仲够得，你讲完未？哦，系啊，哦屌啊，哇，你真系大捻胆啊，你啊，教主都咁。喂，而系你但你咪睇得到啦，旁边有几个咧，一路屌佢哋唔出声嘅，因为其实佢哋都知嘛。喂，咁啊真系我屌，我打嚟叫我嗌你走啊嘛！其实咧，佢咁嚣张，去到最嬲尾，佢哋咪要走。系咯，唔系你即系你，但系你从嗰条友嘅反应咧，你讲完未？咧，佢对黄毓民讲，我又觉得咧，嗰条友嘅反应咧，黄毓民嘅即系一班支持者同黄毓民就做得啱啦，一啲都唔射佢。系啊，继续扭啊！我哋就系咁啦。我哋讲完未就系未，未咯，系啊，继续屌你噏条法例出嚟啊，扑街！嗱，即系咁，即系我觉得，而家咧就已经去到咧，即系如果俾啲左教咧，就已经话，诶，大家伸精头啊，即系和和气气咁啊。楼下有个 comment 系咁讲咯，嗱，吓你做乜难为人哋啲伙计，难为人哋啲打工嘅？但系我哋咧就唔系咁谂嘅，即系我哋其实好耐之前都已经唔系咁样谂啊，即系有阵时咧，即系难免咧就要硬碰硬嘅，即系你咁嚣张，咁我哋做乜要射你啊？系你要夹硬嚟，我亦都无需俾面你，系啦，系嘛，啊咁样。咁啊，话说头先听嗰首歌咧，就系 Master Mike 啊，一年一度嘅 Wrap Up 啦，呢个就已经去到2016嘅 Wrap Up 啦。我哋都播咗好多年。佢呢个系经已第九年啦。嗯，但我哋冇播第冇播九年。我哋冇播咗九年啦，系啦，播咗三四年。唔系，近呢几唔系我哋节目做咁耐，每年都有播。都有播。我哋都有播咯。吓咁样，咁啊，你对佢有一句歌词有。其实系嘅，即系佢就佢个意思就系话，即系一个最大嘅喜讯就系、
梁振英话唔参选啦、啊，咁系嘅。咁啊，另外就系话，咁啊，佢亦都提到啊，哇，有胡国兴参选咁啊，但系点都好，点都好过林郑同叶刘就得啦，吓，点、啊、都好过佢两个当选啦、啊，咁样。嗯、即系呢个咪就系我哋之前我哋一路讲嗰样嘢咯。喺上一集同上一集同上一集就再次系啊，都有讲嗰样嘢，即系唔好乱咁表态啊，唔好乱咁表态。啊、即系唔好，尤其是讲嗰啲咩，系点都好过林郑啊！吓、嗯啊，我做都好过林郑、啊，可能系啊，点都好过林郑，系啊，系啊，系啊，吓咁咁啊，当然啦，又系讲过佢啦，我又未够成啊，咁我又问下你啦，郁文做好定林郑做好啊？郁文咯，吓、啊，你唔记得咗嗰阵时叫阿郁文出嚟选嘅咩？吓，李仪啊，定系唔系连月珍？连月珍，唉，搞事啊！呢啲又系吓，唔系即系就系咁讲啊嘛。喂，有边个做会差得过佢两个？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啊嘛。吓、嗯啊，我哋而家就系我哋一定要针对翻个制度啊嘛。嗯、而系点解我哋咁坚持我哋要针对翻个制度啊？嗱，你话如果当日上年嗰、嗯、个政改叫做通过咗，嗯，我哋都叫做有一人一票。嗱，虽然冇得提名。我哋都有份投嘅时候呢，嗯，我都仲愿意花时间同你讨论边个做好吓、啊，但系冇啊嘛，我哋根本就连嗰一票都冇，我哋走去讨论边个做好啲，系咪好啦戇鳩咧嗰件事？嗯，吓、啊，即系所以系尤其是系依家唔好讲话买米你啦吓，即系譬如。啱啱我哋头先我食饭嗰时，我同大家分享咗达明一派嗰张海报咁样。嗯，啊、你同边个分享？即系等食饭嗰时同啲朋友。佢话佢嗰个即系你阿 Sam 你唔讲我都唔知，原来抽 Beatles 嘅。咩啊？我一睇一睇知啦。系啊，我唔知啊嘛。我相信好多人都唔知。开出嚟俾大家睇。Beatles 俾系。啊，唔系，即系呢张咧就系达明一派佢宣传佢个演唱会嘅海报嚟嘅，咁可能有好多人都见到都熟口熟面啦。系啦，咁另外阿 Billy 个电话嗰张咧就系 Beatles 其中一张 CD cover 嘅嚟嘅，你咪见到系咪一模一样咧？除咗啲字，系啊，咁当然系有改过嚟啦，二次创作啦，致敬致敬啦。嗱，咁当然啦，我朋友头先都有讲，咦，咁啊，即系个致敬味都好浓啦，系嘛，我自己话晒，系嘛，你睇下，人哋咪咁大个 Yellow Submarine 喺度咯，系嘛，啊，咁但系我就始终系觉得致敬。都要有一个目的嘅，嗯，你唔可以能话无捻柒端端，我譬如我做我突然之间，譬如我哋宣传我呢个节目咁样，我将后边嗰啲灯胆换咗做 Matrix 嘅 pattern 咁样，致敬、啊，然之后我无端端啊冇啊，我向 Matrix 致敬，咁无捻端端做咩同 Matrix 致敬啫？冇关系，仲要咪咯，冇关系，系咪？你抄就抄啦。即系我都觉得啱嘅。咁你话如果达明一排话，系啊，我呢个演唱会净系唱 Beatles 嗰啲歌，系啦，系啦，吓。因为另外咧有一个叫做达明一代啊。啊，有一对 band 咧，系佢系玩呢个牙买加音乐嘅。嗯，佢哋出一只碟叫做达明一代。咁啊，点解佢哋就系话佢哋就揾翻佢哋就翻唱翻达明一派嘅一啲歌，嗯，咁因为佢哋就觉得即系，喂，佢哋就觉得达明一派嘅歌咧，即系你去到即系由当时是八九十年代，嗯，系嘛，去到今日再拎翻出嚟听，有另一番嘅感觉、哦，吓、嗯，因为咁当年达明一派嘅好多歌都涉及一啲社会嘅议题咁样噶嘛，咁样，咁佢依家拎翻出嚟就。翻唱一次咁样，咁佢出咗首，佢出咗个碟咧，叫做《达明一代》咁样，吓，咁佢嗰个CD 个封面咧，系阿利兹达啊，系咪画漫画嗰个咪叫利兹达啊？啊，系啊，系啊，咁佢就画咗类似浮世绘咁样嘅嗰啲嗰个 graphic， 嗰个又几靓嘅咁样，嗯，吓、啊，咁但系你话唔系啊，其实我想讲你开翻头先《达明一派》嗰张海报嚟望下先，吓、啊，嗰、那个佢即系。当其时，我同朋友最一睇呢张海报，最第一时间个，唉，个黄山喺度，唉，系要加呢啲咁样嘅嘢喺度，即系你方死人唔知咁样嗰啲咧，吓、啊，即系呢个就系当年好出名个习近平担遮嘅嗰个嗰张、造型照啦，咁样吓、啊，即系仲有系呢即系呢啲咧，即系细研究呢啲咧，有郁文噶，有郁文啊，有，咁但系即系。你俾人个感觉就系嗰样嘢嘛，
佢想抽啲政治水啦。係啦、啊。但係我觉得唔好乜都抽囉。首先你係要真係好了解成件事、啊、你先至好。你如果你真係好了解嗰樣嘢，你點抽得添？你鬱文好似標地圖下個個都抽，因為佢真係抽得起。但係你係咪真係抽得起咧？咁啲黃絲豬咪覺得即係冇，即係咯，即係你咁呢個就好明顯就即係你為咗呃拉去做呢一樣嘢咯，係嘛？因為佢依家用嗰張海報，相比起佢依家用嗰張海報，你俾觀眾睇下嚇，你睇下你佢依家用嘅呢張海報係嘛？我唔知你达明一派咩㗎、嗯、我唔知你达明一派31周年咩。所以我你突然间 send 呢张图俾我嘅时候呢、啊、跟住我就諗佢咪因为抄图所以先。嗱所以。其实当然佢呢一张相呢、嗯、都有个咦係啦点啊你想点啊设计图片嚟嘅。即系咁，系咪都设计图片啊？唔系，即系，但系佢而家就话，即系佢唔系，系啦，几大头，系啦，嗱，我唔知啦。我觉得你，如果你系觉得认为呢个系设计图片，并唔系我哋宣传你嘅演唱会嘅，咁、啊、你冇出嚟咯，你咪冇出咯，唔系，你可以出，你咪照出做底咯。但系点解到最后你有三 pose？唔系就出个第二张，我唔知有冇删到啊！出个就转咗第二张，转个第二张，即系衣装冇咗啦。啊，咁呢、啊這个可能叫做可能博人识咧，到最后咪三 post 又输掉咯。系你可以企硬嘅，佢老老实实系咁冇资金咯。系啊，咁喺演唱会唱翻两首 Beatles 嘅歌咪 OK 咯。冇问题，我觉得即系以你嘅以阿明哥嘅即系达明一派嘅身份地位，你话你。向 Beatles 致敬嘅话，我哋出张咁嘅 poster 咧，真系冇问题啊！唔系，唔系冇问题，吹你唔涨啫，都系，啱，又唔系冇问题嘅，即系你根本个设计，你完全系直抄啦，一样啊，一样。咁因为啱啱过去嘅年宵啦，年宵啦，亦都出现咗有几个抄袭嘅问题啦，系，咁就包括就系一个比较明显啦。一个好明显，亦都直都摆到明系呢个，唔系呢个。喂，讲少少，唔系都唔系呢个，讲少少搞笑新闻先啦。咁咧一个咧，系啊，粤华街一个区议员叫徐海山派利是啦。咁区议员派利是通常都系即系可能里面写住恭喜发财啊，或者派个朱古力金币咁样。佢系派里面一毫子。错，你系都派两毫子啊！屌你老味真系。跟住咧，跟住啲人问你：喂，你点解派一毫子啊？跟住话：我呢个一毫子咧，开个光噶，保平安。屌你！咁你不如留翻喺你屋企自己摆啦，一毫子，你攞佢唔塞啲毛落去，条毛开咗光。唔系即系黐线啦，你派利是派单数，派单数。唔系因为我想因为其实我直。官去咁諗嘅，即係你派利是，即係你身为一个区议员，你有公职在身，係咪、你一个有权嘅人出街派钱係咪一个正確嘅做法呢？一定唔係、啊。即係你唔好讲嗰个一毫子定一蚊定係几多钱啦、啊。你唔好同我讲个量啊。係啊，你唔好同我讲个量啊。即係派钱我係觉得係好有问题囉、即係譬如你 TVB,你去嗰啲过年节目，你见阿安德尊扮财神，你见阿胡峰扮财神出嚟派，你估真系有钱咩？系金币朱古力咯，因为佢咁样喺街派钱系唔恰当嘅一件事，系会触犯到一啲嘅法例噶嘛。台湾就唔系啦，台湾就唔系派钱嘅，真系系咩？系台湾冇呢个法例，我唔知道。哦，咦真系各处派排长龙啊嘛，系咩？系啊，排几百人噶，我就想观众开裤。系啊，不过我好少钱嘅就唔知都系廿蚊。我谂都十蚊台币，都系。我谂都系啦，咁上下啦，十蚊台币，一百蚊台币。系啦，有100蚊啊！一百蚊好捻多啊！喂，喺港纸廿蚊啫。你谂下，梁振英喺屋企门口派20蚊封利是，呢件事几咁震撼啊！我唔会去攞咯。唔系，我唔讲嗰件事，但系即系嗰件事都震撼噶嘛。我会 call 阿 C 咯。咁样，死啦！讲到系啦，讲紧抄袭嗰样嘢。咁就话说咧，就有当年轻人啦，咁样咁佢其实佢都唔系第一年咁做噶啦。佢就话攞咗 Zookeeper 嘅呢个 game， 我当年都有玩过 Zookeeper 呢个 game。
即系嗰啲即系好多动物。哦，好，我觉得动物三粒就可以烧咗佢咁样嗰啲咧，嗰只嗰只 game。咁啊，有人哋有任务噶，咩有咩任务？即系如果佢要烧熊猫，你要烧晒嗰啲熊猫咁先赢。哦哦，系啊系啊，佢每一关都有一个指定嘅数量嘅，即系你要烧十只熊猫、廿只长颈鹿咁样嘅咁样。我都玩过一轮嘅嗰只 game， 系都几好玩嘅，因为好耐之前啊 ，NDS 我记得 NDS 玩 NDS 之后出噶啦。佢系喺 iPhone， 即系佢喺手机 app 嗰度红咗，先至变咗 NDS 嘅。我玩 NDS 嘅。咁样，咁有当年轻人啦，就话说佢就将嗰啲造型公仔啦，嗰啲各种动物嗰种方形嗰个造型公仔啦，就出咗个立体嘅毛公仔。嗯。啊，咁啊，结果就有人去话，就话佢喂你咁样抄袭唔好、啊。嗯。咁样话唔系啊，啲图我自己画嘅。我自己度尺画㗎。啱嘅、啊。即係其实。咁佢其实佢讲得啱嘅、啊。真係要自己画嘅。係啦，即係好似头先达明一派嗰张海报咁、啊。喂嗰啲图入面。入面嗰啲头全部都系达明一派啲样嚟，我逐个逐个 key 落去㗎。係、咪 ?Beatles 嗰张有冇黄之锋啊，係咪 ?Beatles 嗰张有冇。黄毓民啊，曾俊华啊。係咪淨係个字啊，我都系写达明一派啦，我又唔系写 Beatles， 我都系要自己砌㗎。哦，咁样咁都通嘅，屌你老尾吓，唔系即系因为你呢一种讲法系几无耻啊，嗯吓，系一种无耻嘅讲法嚟噶嘛吓、啊，即系哦，咁佢有冇出到毛公仔啊？即系你讲到尾，其实个意思就系话，咁你有冇出毛公仔啊？今次嗰时神魔之塔系啊，咁你冇出啊嘛。你冇出我出有咩问题啊？我又唔系你冇个一模一样嘅出嚟俾我睇啊？嗯，冇啊嘛，冇你嘈咩啫你？嗯，吓、啊、告我告啦！你个态度就系咁啫嘛，其实，嗯，系嘛，完全冇意义吓。咁、啊、亦都就系转个头啦。阿苹果日报亦都去揾啊，就发现咗好多铺头都有卖啲类怀疑侵权嘅货品啦，酷嗰、那个啦，啊、有Pokemon 咁样啦，仲有卖酷都几。out 系个头勾勾地喎，跟住之后咧，咁啊《苹果日报》访问佢哋啦，咁佢哋话咧就系、是、用呢个 cool 做灵感咧，就创新成为新产品嘅。咁被问到有冇担心个有侵权嘅嫌疑咧，咁佢就话唔担心，因为成条街大家都系咁。佢强调咧，所有产品都系自家创作设计嘅。我就好唔明白咩叫自家嘅创作设计啦。即系其实就好似即系我哋嗰阵时候，我都记得当日我哋喺节目度批评呢个新青年理发厅，嗯，新青年坐发厅啊，时光机，佢哋都系其实都系咁啊，致敬，唔好下下同我讲致敬啊，大佬、嗯，你致敬都有个目的啩。你望捻陈天端字乜究竟啊，系嘛？即系就好似你而家你出啲公仔，你唔好同我讲系咪你自家创作啦，嗯，系咪先？你跟捻住嚟话都话自己自家创作，你冇捻嘢系嘛？吓、啊，即系有时即系嗰阵时，譬如我记得食神嗰段戏嘢好搞笑噶嘛，讲临尾煮狗大鬼，喂、哎、佢抄我吓，咁 啊。炒菜煮餸，个个都要做呢啲嘢，点解我边个抄边个啊？咁啱嘅，咁啱噶。咁通游水嘅话，你抄系啦吓，系嘛？我讲嘢你话我抄我，你我眨眼你又话我抄你咯，系嘛？即系我，但我哋唔系讲紧呢样嘢啊。唔系呢啲系无赖嘅讲法啦。系啦，呢啲无赖系啦吓。哦，哇！你抄我个裤、啊，屌你个呼吸咯！你抄我呼吸啊？唔系净系屌你阿妈，你唔会咁样噶嘛？喂，但系依家佢哋就系咁讲噶嘛？佢呢个意思就系咁啊，成条街嘅人都系咁啦。啊，咩啊？我唔啱啊！佢个态度系咁样、啊，依家系，嗯，吓、啊，咁你话喂，仲要佢话系创新嘅，即系有加到自己嘅灵感。系啦，吓、啊、吓、啊，即系但系明明个版。即何谓抄袭？但呢样嘢唔系咁样噶嘛？咪、啊、所以我真系越嚟越觉得咧，嗰阵时大家去嘈嗰啲咩网络廿三条嗰啲嘢咧，吓、啊、当日我仲喺度怒撕呢个网玉郎新住龙虎门第一期嗰阵时，嗰段期间，大家都对于呢个网络廿三条啊，好似好大反应啊咁、嗯、样嗰啲吓，喂唔可以咁样嘅，喂一个年宵市场，屌你个个走翻晒出嚟，好似当冇件事咁样、啊嗯，大家真系觉得。唔系啊嘛，新年流流，你唔系想告我啊嘛？喂，屌，其实佢哋讲真就恃住呢样啫嘛。嗱，其实同一种态度就系咩啊？街边啲小贩啦、啊，嗯，
维利泊车一样啫嘛。嗯，新年流流，屌你咪抄我，佢就系抄你。嗯，抄够你，抄够你三张、啊。我今日有，我今年有见到啊。喂有啊，因为咧、啊，因为我今年见到咧，系直头咧，佢拍到咧，连白车都出唔到啊。哦，咁呢啲啊，咁呢啲啊，抵抄啦。系啊，咁啊，跟住就抄晒啦，全部都。系啊，即系你咩啊？新年流流，冇搞，唔搞你啊？定系你觉得你后生仔你情有可原呢？嗱，你最大镬嘅系咩咧？嗱，就另外有一单 case 咧、嗯，我就知得清楚啲，因为嗰个系我朋友嚟嘅。咁、嗯、佢就买咩？买嗰个小巴个牌。哦，嗰、那个即系写字嗰、那个。系啦，咁咧佢今年年宵咧，佢就整咗一批白色嘅胶牌、嗯。我都觉得几靓嘅。系啦，就写咗啲咩牌品，即系牌品好，就人品。但佢中间一个好大个蓝色嘅好字，旁边啊隔篱红色嘅字牌品、嗯、人品咁样，佢就一个咁样嘅牌。最特别就系、是、用呢个写呢个小巴系啦，路线系啦，写嗰啲嗰啲嗰个嗰、那个嗰、那个 form 啊，系啦。咁相信呢、這、一个呢一、這個那个字形，唔系其实唔好话个字形，嗰、那个形状即。嗯嗰啲呢風格啊，係啦，呢、這個設計啦，或者係嘛，即係呢個藍紅，係啦，白色底藍紅字咁樣、嗯，因為你呢啲顏色你易睇啊嘛，你離遠見到個小巴去邊嘅，咁你一眼睇得出啦，咁樣係啦，嚇，咁咧佢就用咗呢一個做法，就去換咗一啲字落去，嗱、嗯，佢唔係寫尼敦道，佢唔係，當然佢啊，屌你咪即係佢哋有啲衰嘅，我都鬧過佢哋，你唔屌你。你唔好整个牌写住尼敦道先啊嘛，其实嗰个佢哋唔卖嘅、嗯就是，我哋系整出嚟咁样冻咗喺嗰度，咁、但系佢哋卖嗰啲咧就全部就唔系写街道名嘅，就全部系写一啲呢啲咁样搞 get 系啦，搞 get 咁呢啲废话嘅咁、样，同埋系佢哋自己赏识啦，吓嗰啲佢哋全部自己人手自己赏识咁样，咁、咧就惹嚟咗一个香港零一嘅一个记者嘅一个追访啦。嗯啊，咁佢就走去访问佢哋啦。喂，你哋就唔系佢访问嗰个专门写呢个小巴牌嘅一个叔叔，佢就话啦，啊，我写呢啲小巴牌咧，写咗三十年噶啦，咁、样嗱。我又觉得你香港零一，你呢个记者，如果你作为你要对呢个报道，你有一个深入嘅探讨嘅时候，喂，呢、這个小巴唔系即系呢个写呢个牌嘅呢个叔叔。佢个牌嗰啲字系咪凹凸㗎？有冇雕上去㗎？同埋系咪就咁样？系咪淨系攞颜色油画上去定系点㗎？嗱，因为以我所知呢，譬如我港岛区先啦，咁我细个住港岛区㗎，佢嗰啲咩北角筲箕湾嗰啲牌呢，雕落去嘅。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就好似唔系啦。系啦，依家就唔系啦，因为而家咧绿色底嘅有，系啦，以前嗰只咧有几款添嘅，有啲咧就好似毛笔字嘅字款嘅、有啲咧就电脑字嚟噶啦，摆明就嗰啲系电脑界字，电脑界字咧就一街都有得做嘅，吓、我哋识一个妹妹都做呢样啊，哦系啊，系嘛，系啊，都系做嗰啲电脑界字嘛，系嘛，咁好啦，你要去分清楚呢一、這个叔叔。行出嚟声称自己写呢啲字写咗三十年，你讲嘅系你白手喺个格式胶牌写，定系攞电脑界字先？咁啊，三十年我谂未有电脑界字啊嘛，即系用手写啦。唔系，但我就系唔知啊、嗯。你明唔明啊？你当年啦，梗系有电脑界字之前，你梗系用手写啦。咁但系有电脑界字之后咧，即系唔系你写噶咯？如果系电脑界字，咁即系嗰啲牌完全同你无关啦。咁你凭乜捻嘢话自己写足三十年啊，阿叔？诶、都唔紧要，都唔紧要。事实上，以我所知，你依家你要买呢啲小巴牌咧，大部分都系同佢买嘅。系吓，呢、這个我啊知啊，大部分都系同佢买嘅。我又揾到啲资料系咁讲嘅。咁但系我又咁，但系我又提有一个咁样嘅疑问啦。喂，屌你唔好咁，你唔好捻讲到话咩？喂，以前咁捻多架小巴，啲牌全部都你写嘅咩？唔好玩啦，谂都谂到啦。全香港九龙新界咁多小巴啲牌全部你写嘅，有冇可能先？有冇可能啫？你答我啦，你读史啊？唔系有冇可能？我又唔知。若果系有其他人用佢呢啲咁嘅方法，或者咁样佢呢啲咁嘅笔迹嚟自己游落去咧，都好容易做。系，因为呢个唔系咩困难嘅一样嘢嚟噶嘛？你唔好话。
即系呢个唔会系你嘅专利咯，叔叔。呢、這个叔叔叫咩名啊？我就唔知系咪呢个啦，系咪呢个啊？好似系啊，系嘛？系啊。唔系因为佢咧，佢有几个唔同嘅人噶，我唔知佢边个先系。嗱，有一个咧就系叫李师傅啦。因为呢一个咧，呢一个咧佢就咁写住咁样样。嗱，麦锦新一个就叫麦锦新。吓，咁我又唔知边个系麦锦新似个后生仔啊？唔系，嗱呢一个就叫麦锦新啦。呢一个呢、这个四眼佬，麦锦新即系唔系李师傅咯？麦锦新系啊。咁咧，另外咧呢一个咧，水派咧就系、是、写字呢、这个咧就叫李师傅。哦，嗱，我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定系同一间铺咁样有几个人咁样啦。咁、我就唔知啦。咁样样。係啊，我应该同一间铺嘅两个人嚟㗎。咁呢结果呢就係话啲。我睇到啦、明报呢个海外版啦，加东版啦，就有讲有就有两个人合照啦。哦，即係大家都做呢样嘢嘅。係啦，大家都做呢样嘢嘅。嗱我又佢我又俾个 sample 大家睇下。嘩，黄又蓝啊。黄又蓝。嗱、呢个就係嗰个年宵嗰班后生仔呢做嘅嗰个牌啦。吓、岳飞可终生美丽啦，吓、咁样，咁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我觉得最底屌嗰样嘢，其实就系香港01嗰个报道啫，因为嗰个报道到临尾佢又讲就系话呢个叔叔佢访问嘅呢一个叔叔，其实就系同一啲咁样写嘅，自己咩啊？即系佢有咁样嘅，未有台湾？哦，系咩？系啊。咁冇，但系冇问题噶，你咪写咯，你咪写咯。喂，大家都写得噶，我都写得噶，系，我都可以写一堆攞出去买，我咪写。点解我唔明咁样咁咪攞出去买咯？吹捻账啊？唔得啊！我抄你啊？唔系啊嘛？喂，即系有时啲嘢就系咁啊。你香港零一，你香港零一，你要做一个咁样嘅报道，唔系呢个报道，唔系呢个系讲佢以前嘅。哦，你要问得翻佢针对嗰个年宵讲嗰个报道啊？等一阵啦。你试下帮我揾下嗰个年宵嘅报道，因为到临尾咧，其实佢又有讲到啦，佢就话系有一个 NGO 团体，明晒啦，即刻系啦系啦，嗱临尾咧，诶咪就系咯呢个叔叔啦，麦锦生先生啦咁样，因为佢临尾佢最抵死就系咩咧，佢系有讲到啦，佢就系话啦，啊呢个系啦，佢话一直与全港唯一。手写小巴牌师傅麦锦生合作生产小巴牌产品嘅 NGO， 生命工厂 Life Workshop 吓，佢就话喺 Facebook 度发文，就话呢啲纸默默嘅师傅就冇制作呢产品。唔系，我觉得好简单嘅。如果唔想嚟抄咧，其实佢攞专利咪得咯。Exactly。你攞专利啊嘛，但系我想讲你呢啲，但系你啲字款攞唔到专利咯，冇可能咯，冇可能攞到，冇可能咯，你啲字款有嘅 ，Eva 可以攞到专利 ，Eva 嗰只字款，佢自己出咗只碟咧，系嗰只字款嘅，唔系你系你可以一系列个字啊嘛，唔系佢都一系列噶，嗰个字款都可以用，佢肯定唔齐啦。佢有冇个新字啊？有冇我名？唔系，佢照写啫嘛。嗱，咪系咯。咁你写完先同我讲咧，同劲抽睇嗰条友一样啫嘛。你写完先同我讲啦。唔系你冇捻话我抄你先得噶，大佬。嗱，两睇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佢唔想俾人抄咧，佢其实有责任咧，就自己去攞专利嘅。系。咁咧，人哋系咪抄你咧？如果你冇攞专利咧，咁又唔构成抄唔抄嘅问题。而家我哋头先所讲针对咧，就系我哋。做一个酷嘅公仔，咁、个酷人哋系有专利，系啱，你摆到明攞人哋个酷，或者人系 Zookeeper 公仔，人哋本身系有个造型喺度噶啦嘛，系啊，你将佢变做立体啊，好卵巴闭啊，系咁呢样嘢唔讲讲唔通嘅，咁但系我有睇啦，我有睇其实嗰个呢、這个啦，即系呢个后生仔嘛，系咪吓吓咁啊佢唔系卖呢啲噶，我知即系卖嗰啲咩内衣啊、牛窿嗰啲啦，咁其实咧即系我咁睇啦，字款系有啲似嘅，但系咧颜色同埋嗰个做即系嗰个其实系有分别嘅，系有分别嘅，唔系同埋系你话如果嗰班僆仔佢真系写咩佐敦道吓，写咩九龙城黄大仙九蚊咁样嗰啲咁样呢啲牌，咁就话人哋即系叫做吓，即系摆明借你上位啊，系嘛？即系学坊间嘅嗰种语言咁讲下，借你上位啊！咁人哋都唔系，人哋写第二啲字啫嘛。
你最憎嘅就係嗱，依家个情况就係咁样嘛。有一班人佢、又会觉得屌成条街都係咁样攞人哋啲公仔卖㗎啦，黐线佢。我呢个啊，我自己度尺画㗎，我呢个毛公仔係咪，但係其实佢嗰字又即係唔係啊，我想睇其实佢嗰字如果你唔系摆落去小巴，其实个个都写到喎。我咪就系讲紧呢个 point 咯，一直以嚟。未必系 exactly 就系跟你个字款嚟写啊。系呢啲咁样嘅字。咁如果系咁，佢九十佢都抄人啦。系啊，你旺角灯打市街咁样个字，你拎出去，你拎出去香港以外地方，冇人知你做紧乜捻嘢噶嘛？乜捻嘢专利啊？嗱，你系睇下九十，其实佢都唔系用佢自己个字款噶。呢个九十啊。系啊，九十数字九十系啊，数字九十佢都系一个即系普通枕手写咁样咯，标街睇咁样啦，唔系咯，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去话人哋去抄你噶嘛，即系我系觉得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香港嘅文化嚟嘅，系小巴牌嘅文化，我亦都好中意旧嗰只小巴牌，系胶牌雕出嚟嗰啲，咁我亦都好中意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唔摆落个小巴度咧，又冇咗嗰种味道啦，呢个又系，即系其实嗱，即系恕我直言咁样讲一句，其实我觉得唔吸引嘅，咁呢个就豪华，我都觉得，即系我讲紧点解呢个就系因为一个点解你会觉得呢啲字呢啲牌系吸引过呢啲，因为你有小巴嗰个记忆啊嘛，系啦，你细个系。见日日都见到呢啲小巴噶嘛？或者你去到而家你搭小巴，其实你都因为你搭小巴，你永远都会见到呢隻字，所以你先有嗰种嗰个咁啊。但系如果冇变咯，系但系如果你拎开咗就咁写，其实就唔吸引嘅。系即系吸唔吸引，另外一样嘢啦。视乎个人啦，呢啲就系啊，视乎个人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你话去抄，咁我又觉得又有啲乸过。系你只要可能你可以嘈嘅。咁系你写嘅，你咪诉诸法律咯。喂，咁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你咁睇咧，喺旺角咧都仲有一个咧，即系嗰啲铁牌啄铁牌整个字，跟住喷油落去嗰啲嘅。咁其实嗰啲都好有特色噶。但系其实嗰啲即系严禁标贴，咁嗰阵时咪有啲灯箱里面有啲黑色喷油都系写住严禁标贴嘅，咁又嗰啲铁牌雕出嚟嘅。我其实我觉得嗰啲都好有特色，但系如果有人去做呢啲牌系写第二啲字，我又唔觉得系抄噶、因为都系头先嗰句啦，你又冇一个专利喺度啊，咁呢个字款我用翻你嗰个叫做。做嗰个贴牌个方式去做另外啲字款或者图案都好，咁你只能够讲系我借用你，即系叫做系仿照你嗰个做法去做，用摆我自己嗰啲你嗰个设计落去啫。但系你完全系唔可以话我因为个字型似，或者系我呢个做法似你而话我抄你噶嘛？呢啲嘢其实个界线好清楚嘅。係啊，好清楚。我想讲呢啲界线係好清楚。即係譬如你出一个酷嘅公仔，你有冇授权啦、冇嘛，你出咩酷嘅公仔，即係侵权啦。犯法啦。即係我话知你上面加啲咩啊，都系侵权啦。係咪咁好啦，你一个小巴牌，我喺个白色胶牌度写用红色同蓝色字就写一堆字。咁呢个系咪抄嗰个小巴佬啊，我觉得唔系咯。你话除非你跟住佢写个字，你写咪我有你屌人咩？你又写咩弥敦道咩旺角灯打士街咁呢啲，你就话因喂仲有搵搵小巴士嘅牌，咁其实都唔系抄。如果我嗱有一日唔系啊，我就系想讲啦，跟住点啊？有一日我开一间铺头系专帮小巴写呢啲字嘅，咁我系咪要系啊？你抄根据佢依家个讲法就系咯，根据生命工场嘅呢一个理解就系咯。因为佢系 NGO， 佢做紧啊嘛，你做咩走去做啊？你走去做咪即系抄我？即系话从此以后香港只要一日有小巴存在，你一日你都一定要用翻嗰啲牌，你用我第二个方法写，你就抄佢噶啦。咩啊？你想转黄色字啊？想转橙色字啊？你都系抄我噶。咁我唔用牌咯。咁系咪有块嘢喺度啊？你都抄我噶。
我屌你咩 ？LED， 你冇黐线啦，系咪？即系你唔应该咁样去理解嗰件事啊嘛？问题系、即系而系我系唔系抄依家嗰个决定权？唔系喺边个做先啊嘛？嗯，唔系因为你做咗先，跟住落嚟所有人做嘅都系抄。哦，咁如果系以佢呢个逻辑出发嘅话，咁呢档卖臭豆腐。佢卖咗三十年，咁我隔篱开档臭豆腐，咁呢档就抄佢啦。系啊，就喂呢、這个唔系话抢生咁简单，直成就冇品德。唉、哎，吴文远真系唔要得。系啊，关东抄关东抄关东主。唔系喂，屌你两即点解一明明系一个咁简单嘅界线啊？唔系噶，你出老虎公仔唔系唔得啊。我唔系话唔可以出老虎公仔，可以，但你唔可以出跳跳虎公仔咯。系啦，你唔可以出嗰个方形同人哋个样一模一样嗰个公仔咯。咁我出橙色啦。啊，但系你又走去同我讲啦，喂，唔同屌你咩？佢嗰啲平面我啲 3D 啊，屌你咩？你瞓醒未啊，七头？咪你唔能够咁样啊嘛，黐线。唔系咁呢个香港01嘅可恶啦，我觉得系啊，俾个氹人嚟踩，系啊，唔系、啊、你误导到好多人啊嘛，啊你喂、你其实你我就系见你楼下嗰啲留 comment 喺度屌鸠嗰班后生仔嗰啲人，都系鸠闹噶，都系鸠闹噶，吓咪又话咩自己咁咪咁，当然佢哋系兜得柒嘅，即系我讲啊，讲时候讲啦，系啊，你哋系兜得柒嘅，系嘛，人哋唔系同屌你老尾，人哋依家走去话你抄，系嘛？你又走去跌返入去人哋嗰个圈套，就走去话咩乜咩我个字体唔同个字，根本就唔系系个 point 唔系呢度啊嘛。嗯。而难道我逢亲写亲蓝色、绿色、红色嘅字就话我抄你啊？你冇捻我？我由今日开始，我每日讲一个屌字。我讲咗三年之后，系咪每日重新有人喺家讲个屌字都抄我？不过好閪嘅，你香港人咧，硬系会即系所有嘢都死拗噶嘛。系，即系就算可能呢班小朋友话，哦，我的字体咧系望落系类，即系个成个风格系似呢个小巴牌嘅，但系因为对方佢冇攞专利，咁我又唔系话完全系要咩写旺角啊、佐敦道嗰啲，我系用翻佢呢个 style 去写翻我哋自己嘅字，嗯，买翻我哋自己嘅设计。咁但系可能有啲人就讲，屌咁即系抄啦，一捻样啫嘛，打你死拗嘅，佢唔会同。其实就算写旺角、弥敦道都冇关系，我觉得系系都冇关系，唔系即系嗱呢样。因为呢样咧，就你就涉及到一个道德嘅问题嘛。嗯、你知唔知先？嗱，我想讲嘅嗱，呢样真系好，呢、這个好真系好好捻无奈噶。嗱，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写咗呢个，就出咗呢个牌卖紧 product， 我真系可以唔知道，我真系有权唔知道呢样嘢系你嘅专利嚟噶嘛？我系咪有权咁做先？我系咪有权唔知道先？咁如果我唔知道我做咗出嚟一模一样嘅牌，我同你一模一样，我攞咗出嚟卖，你屌鸠我，咁我可以点撑？哦，屌你咩？如果我就要走去同我，哦唔系啊，屌啦妈都唔同，你睇下嗱，你睇下嗰个一点嗱，嗰勾佢尖嗱，我掘嘅嗱，咁啊，你走去咬呢啲就多鸠鱼啊嘛，系咪？唔会咬呢啲咯。系啦，咁如果真系撞咗，你系真系唔知道，原来人哋出紧，咁你出咗，咁点啊？你唔好彩咯。嗯。咁计系咁㗎啦，呢个世界系咪先？你怨边个啊？系咪？你怨边个？你行街扑街咁，你怨边个？怨又怨笪地整得唔平啊？你唔会咁黐线㗎嘛？你几认真啊？政府都咁，你冇理由咁讲啊，大佬系咪先？咁好啦，你永远你就会跌入咗，你跌入咗呢一个问题就系、是，就话啲人就话啦，抄歌同唔抄歌啦，又系吓。即系我又讲到个例子啊嘛，即系你话抄歌唔抄歌，咁好啦，之前又话，譬如话又就讲新青年啦，系嘛，话你抄歌系嘛，一个曲、两个曲、三个曲、四个曲，嗯，一首，啊、哦，真系咁啊，真系飞机撞纸要啊，两首、三首，你冇捻同我讲，首，你冇捻同我讲巧合啦，屌你老母！系咪先？那个情况系咁样啊嘛。嗯 ，Mr. 咪又系咁。嗯，一首半首其实系可能真系唔觉意嘅。又或者，但又首都系咁。又或者，你好似雷仲德咁样。嗯，佢咁捻多歌，
系嘛？真系撞到几手，你都我你都仲觉得情有可原啊？系咪？你就撞一手，你咪就系攞嗰两手出嚟笑鸠佢咯。但你唔会就屌你老尾雷仲德，屌你专抄歌垃圾啦。嗯，你对到今日啲人唔会咁讲噶。嗯，系嘛？我睇呢个。香港01呢佢都几吓人真㗎喎。例如呢偶然呢会渗啲呢啲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行一次年宵见到啲山寨货你就明白咩系中港融合。哇佢都几扑街喎。连撩交呀。久唔久呢就会我头先喺度碌想碌返你个新问题我碌唔好碌咗好耐。好耐啦因为好耐㗎啦。跟住呢佢久唔久呢就会渗呢啲咁嘅新闻喺度。唉。咁啊睇你唔起嘛。嗯。佢就係吓嘛你哋又输撚咗嘈咩啫你哋吓嘛。即係有时系即係好似你而家你倒返转头吓嘛我可能我哋今日做节目之前我头先都问你哋喂讲咩㗎嘛。吓嘛。咁你话闹你话你讲呢样闹呢样讲嗰样咁样笑下佢笑下佢咁样但我其实我觉得唉有乜好笑啊大家咪又系咁。没有谁比谁更好。是啊你真係话呢个做得唔好做得唔啱嘅时候你又睇下呢边。屌你咁你哋咪又係咁。然后可能真係倒返转头你正想咗啲嘢仔冲出嚟正想咗流得你又望返自己屌其实自己咁又係咁。是吧即係佢好似头先我哋原本系播我之前咪话应承咗你会今年会播首贺年歌嘅。咁、其实上个礼拜但系唔其实系有 Metallic。系啦其实我系知道系有一首贺年歌嘅、啊。我知道有一首都出咗㗎啦。出咗㗎啦。但系嗰首歌嘅歌名呢就叫做春节大禁忌。嗯。你我春节真系大禁忌啦喺香港。但系你知咩你就系好撚衰。我当我知道有呢首歌嘅时候呢我冇怀疑过呢件事啊。我你唔讲我都冇怀疑。係啊点解系春节啊香港系叫农历新年啊大哥。嗯你写新春大禁忌都得嘅。其实我研究过。新春系好啲。我研究过㗎、如果就算你将新春大禁忌套返落去嗰句歌词度系冇问题㗎。嗯。啱音㗎可以啱到音㗎即系你转少少啦可能系你啱到音㗎。屌但你就系冇遗意啊。嗯。你就系冇遗意到嗰样嘢佢一路讲嗰个直至到佢嗰首歌 post 咗啊我就咪正咁啊下集节目可以有一播啦。咁嘅时候我就碌到下面 YouTube 嗰度有个 comment。新咩春啫香港叫农历新年啊。咪春咩节啫。咪春咩节啫香港叫农历新年都。我加入啊点解我諗唔到啊唔系我睇个发稿。我觉得好简单因为你冇同我讲。屌咁系你我好问感㗎。系。你记得有一年啊曾志豪啊写第一有一篇嘢第一样嘢就系春节。春节。跟住我就已经同你哋讲唔使睇呢篇嘢。系立撚手啊呢篇都系。但系你又衰唔衰唔衰喎佢入面嘅歌词呢系冇提到春節，佢冇提到春節兩個字過，佢係真係喺歌名嗰度先。嗱，淨係得一句咯，佢就唱咗嗰句春節大禁忌，唱過一次啫嘛。其餘冇啊，佢都冇出現過呢字，所有嘅字都係廣東話，100%廣東話。嗯，有時最慘就係呢樣嘢啊，即係佢冇心嘅。係啊，因為潛移默化，佢又變咗慣常以往用新春或者農曆新年。佢用咗春節自己都唔覺係有咩問題。佢都唔甚至乎佢係唔知道春節係中國用嘅。係中國用嘅。係冇諗到啊係。即係好似我哋有個朋友講吸力。唔知啊。咁嘅仔甚至乎而家好啲人好鍾意用咩洪荒之力。啊點啊。你講呢樣嘢阿摩呢之前即係我有睇啲 game 書㗎嘛。咁我有睇咗本 game 書啦，咁佢後面呢有一個其實佢以前呢寫啲專欄幾好睇嘅，咁我都有睇即係分析嗰啲遊戲業界裏面嗰啲嘢啦。嗯。但係呢我慢慢發覺呢佢越嚟越多呢中國嘅用語啊、嗯、即係吸力啊咩小粒遊戲即係小型廠商。嗯。佢、有一次呢話呢個咩伏線收回咩佢一成一句嘢裏面有兩三伏線收回吸精劇情吸力咁樣黃黃黃呢句嘢都唔知道想點。跟住之後我就冇睇啦而家。你邊度讀書啊你因為呢點解呢其實我覺得呢因為我以前呢有買
中国嘅game 书睇，虽然简体字，但即系我睇人哋咧翻译晒所有好多外国，虽然我谂系盗版啦，即系翻译咗好多外国嗰啲嗰啲游戏文章嘅，咁佢用好多中国嗰啲用语咧，可能佢哋睇得多。哦，系潜移默化啦，系潜移默化，佢唔觉得有问题，佢唔觉唔觉有问题嘅。但系我又与此同时咧，当我发现咗呢、這个佢呢、這个春节大禁忌嘅时候咧，咁、我就同我仲有即刻到我同我朋友讲起啦，咁样佢话，唉，即系其实就好似即系啲人唔系可能真系惯咗，我话咁啊，即系好似啲人就成日讲落差落差落差咁啫嘛。嗯，我成日听黄仁达做节目，佢都系讲落差嘅。嗯，但系之后我朋友就咁讲，嗱，佢大我六年，佢大我六年，即系。早读我一届书啦，佢就话：喂，唔系、啊，我中学嗰阵时都系讲落差的，系有讲落差嘅，但系睇下点用啫。落实都有讲，但系你点用啊嘛？嗱，我觉得啊，我如果我用落差系咩咧？就系话系有落差，即系代表咗呢一件事令我失望嘅。有期望有落差啦，系啦，系啦吓。即系我呢个时候我就咁用嘅，但系我唔会话哇呢两个嘅质素严重嘅落差咁样啊。嗱。呢啲就系佢哋好用好简单嘅字去是去即系个词汇。质素有分别啊，质素有分别，咩质素有落差啫？即系讲到有一定系有好有冇，唔俾两个都唔好噶。即系佢讲其实质素有分别就好正常啊，质素有落差就其实已经系即系有好多打造一个字就已经用我睇嗰本 game 书都好多噶，打造。塑造唔得嘅，建造呢，建造又打造，塑造又打造，制造又打造，乜嘢都系打造，一个字咪用包唔晒所有嘅。你拿起份苹果日报都系咁嘅。系啊，嗱喂，我睇嗰本 game 书咧，我讲你听，我睇嗰本 game 书，边个做主编，边个做总编辑啊？就系、是、宅文化研究嗰班。宅文化研究系咩台啊？热血时报，所以我更加唔会睇。更加唔应该犯呢咁嘅错误。系啦，系啦，系啦。唉，即系正等于即系上次我哋睇嗰本。嗱，我就好，我好支持呢个热血时报嘅。但系佢咁样做，我又真系撑唔落。系。我已经俾咗好多期佢机会，机会佢啊！喂，我真系睇咗好多期都系咁啊！你 send 封 email 去屌柒噶嘛？喂，下下有人，你下下有人睇啊！喂，你已经好多期都系咁啦。唔系，其实你系要你自己要醒，要有自己呢个醒觉噶嘛？你作为谂住去改变人哋嗰个文化抗共啊，你改变人哋嗰个咁啊系啊思考。你一讲到文化抗共，你啊真系冇得抵赖。你带头啊嘛，你唔系调翻转人去，虽然我哋监察你系都有必要，系啊，但你唔系话。你冇理由做咁耐，自己都唔觉系嘛？你话一两期嘅话，我当你手文之五啫，系咪先？可能即系上次我哋讲话咩？有中罪犯叫幽班警，个目录上面出现个简体字，我相信都系手文之五啦，即系睇漏眼乜都好吓。咁呢、這个犯错一次半次，我梗会有理解嘅，系理解嘅。但系当你头先阿 Billy 讲到嗰个 game 书问题，你期期出，期期。都系呢个咁嘅咩嗰个叫咩专栏啊？个专栏其实唔止嘅，有好多其实可能真系睇得太多，或者系听得太多，佢觉得系冇问题啦。但系当你作为编辑，你都已经习惯咗呢咁词汇嘅叫法，你都唔觉得系有问题嘅话，咁就证明系你个台好有问题咯。嗯，系咪？你自己都察觉唔到。系啊，即系你仲点去用呢个文化抗共咧？即系如果你唔系喺热血时报度做节目，系啦，我 OK 嘅，系啊，即系我最多我自己将嗰啲字自己喺个脑里面改咗啫，改咗佢啫。我而家好多次都系啊，改翻佢啫。但系如果你系喺热血时报度做节目，其实我就觉得，喂，你小心啲啦。同埋你好多人听，同埋好多人睇，系啊，小心啲啦。另外就系好啦，到最后啦。咁我想，我睇到，喂，好惊喜啊！呢个林记今次写呢个，我觉得好惊喜啊！佢就话啦，2007-2008年写文联龙门就系闹公民党参选特首，闹公民党参选功能组别。咁去到2010年啦，写文联个龙门咧就系对超区退为三不政策。吓、即系又冇话，即系总之就唔参与嘅啫。吓、总之你就当。总之唔好搞我啦，我又唔会闹你，又唔会成啦咁样。去到12年，人民力量嘅龙门
咦佢咦係喎，咦兩樣佢撈埋啊係喎係喎啱啱啱啱啱。2012年人民力量嘅龍門就係呼籲對超區功能組別投白票。去到16年啦，人民力量嘅龍門呢就係不呼籲投白票，改為三不政策，又改喎。嗯。跟住啦，去到2017年人社嘅龙门就係因为主流泛民太丑恶啦，所以长毛要参选特首，屌你老味。嗱呢啲嘢呢啲说话我讲冇说服力啊，林林记讲嘅说服力啦。係咪嗱即係嗱但我讲明先 ,07-08 年黄毓民仲喺社民联。係。2010年黄毓民经已另组嘅人民力量啦。2012年，黄毓民亦都俾社民联踢走咗啦。直至到今日。即系话你哋呢个依家林记口中嘅呢一集搬龙门嘅事件呢，就全部都同黄毓民无关嘅。咁即系换言之，黄毓民一俾嗰个组织踢走咗呢，嗰个组织就会搬龙门。系啦。系啦，嗱呢个系林记嘅引证嚟嘅，最衰都黄毓民，唔系，所以我想讲林记，你下次屌毓民嗰时候，你自己睇翻呢篇嘢。唔系你即系你，如果唔系黄毓民俾人踢走，佢哋呢组织点会搬龙门咧？最衰都搞到佢哋搬龙门。咁啊系啊，啊佢哋都话噶吓，总之就系唔妥你主流泛民，总系要俾你哋激少少。啊就够啦，多少少就系你个动作好急。系系，我睇下几多分钟。直播紧嘅大佬，我老婆睇嘅可能。啊，就系咁样。好啦，几多分钟啊？你讲完啦嘛？系咪？冇啦，冇啦。讲埋初二放烟花啦。哦，系，真系留咗啲。系，我有睇啊，其实我睇电视，睇咩啊？我你又叫佢出去睇，我本来谂住约佢哋，即系你话谂住上山。我本来咧就我上去山顶睇嘅，唔知点解搞下咧。又落雨啦，跟住最后咩唔知点样去咗打边炉咯，变咗。我有朋友出咗海上船睇啊，我靓唔靓？睇嗰张相 OK 嘅， okay 但系后尾嗰啲我唔知啦。咁啊，我睇电视咧，都只系见到烟啦，白蒙蒙一，唔系都唔好话白蒙查查一片。我其实我真系乜都睇唔到成个烟花。嗱，嗰啲系嗰，因为嗰日我都系喺去亲戚度食饭。全程啊，你冇计咧，你梗系开住个电视噶啦，唔通同佢哋倾偈咩？系嘛，倾偈闹交啊呢啲。咁啊，全程啊睇住个电视啊，咁啊播烟花，播到唔知第二 part 啊，定咩啊？你已经乜都睇唔到啦。系啊，喺个电视度。我哋就系睇打边炉嘅时候睇出边嗰个电视嘅。跟住仲喺度同个侍应讲，哇，点解个电视好似？蒙咗一，你电视咪坏咗啊？蒙咗一笪咁嘅，系唔系？原来系太大烟，系啊，太大烟，吹唔走，系唔知系咪用咗啲劣质烟花？佢其实佢嗰日本身星期二嗰日咧，天色都唔好噶啦。其实呢排咯，其实早朝头早咧好天噶。有寻日咧，寻日黄昏前咧，都清嘅个天，因为我有望过出嚟，哇咦！咪点解去到四五点依头都清咗咁多？通常日头都清嘅，系我有一日就系翻湾仔，唔系啦，年初一初二都蒙到爆炸嘅。咪早过年之前啊，已经系噶啦。朝头早翻工咧，都系天朗气清，蓝色嗰天。但一到放工四五点咧，成个维港咧系蒙鸠咗，因为啲烟雾好低嘅。你譬如你日头呢，你嘅太阳喺上面嘛，你射出嚟嘅成个环境你都好清楚。你一去到落到个太阳落到去咁上下嘅时候呢，你就有嘢遮住啦。但係呢两日个情况有啲奇怪。啲烟云呢喺上面。咁如果你朝头早可能你十点成十一点嘅时候，你见到个天都蒙查咋。一落到四五点呢，咦、又清返晒啦。咁样咯，系啊 ，OK， 整定啊呢镬嘢，系我都觉得系，系啊，整定啊，香港来年都系咁上下，冇得睇烟花，唔好再约睇烟花，冇得睇烟花，唔系初二睇烟花，我觉得 OK 嘅，因为呢个啲钱你有份俾，唔系有冇份，另一回事，初二睇烟花咧系港英政府嘅传统嚟嘅，哦，好，俾你兜到，你由细个，兜到，喂你由细个一年睇一次烟花，几时睇？咪初二睇咯。可能我由细到大都唔知得中意睇烟花。一月一号嗰个就唔好睇啦。系啦，一月一号、十月一号、七日嗰啲，特区政府七日。一月一号以前都冇噶，系咩？以前冇噶，边有？系啊，以前一年得一次烟花啫，就系初二。O K， 系啊，好啦，你赢。但系你记唔记得我一路我哋去食饭嘅时候，同 Sam 讲，
烟花放唔醒，唔系唔系，烟花个天咁样蒙查查，心凉。系，所以而家啲港共政府咧做啲乜嘢出嚟咧，肉肉酸酸咧，沽物论嗰样嘢对民生有冇益处咧？心凉，都系心凉。系，心凉。好快就会见到曾俊华喺电视面前扑街啦，然后然后林郑月娥又喺电视面前先亲啊嗰啲之类之类嘅嘢。好快就嚟㗎。嗰日你最心凉就係咩咁亦会影啲嘉宾㗎嘛。可能啲嘅嗰排一排人都黑口黑面，我真係我个心好凉。但係政府个新闻但係政府个新闻片佢影出嚟嗰张相都系清㗎。都系清㗎缤纷㗎都系。係唔系㗎你头嗰段你咪清楚囉。但係佢 post 出嚟嗰张相都好假囉。你可以 key 落去。執到嘅。我上年。執得太过分啦。執到嘅。过分得滞啦執得。咁啊，就咁就过咗啦，呢、這个农历新年系嘛？咩未过晒？系嘛？你听日都翻工啦，嘈咩啫你？个个啊，个假期完嘅，假期完系啦，假期完咗啦。咁啊，来年咁啊，祝大家事事顺利，心想事成。你祝晒啦，已经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我祝香港啦，祝香港国运亨通啦。嗯，系啊，系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好，恭喜下个礼拜再见。恭喜，拜拜。下个礼拜系咪过年啊？仲系系啊系啊，初十一初十系喎，初十都系新年头，星期一嚟嘅。系啊，初十系星期一，系啦。系啊，咁啊，下个礼拜再见。下个礼拜再拜一次，拜拜。好，拜拜，拜拜。